握好幸运地都给大家好吗？没错，只要你来了直播间呢，不管你是来跟我一起聊天呢，跟我玩还是抢东西，我希望你可以留下来一分钟。没错，宝贝，一个小时一整天都可以。哎，如果大家方便的话，记得左上角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宝贝，我们到达10000人就给大家带来一波小小的礼物，行不行？我特别想看能不能帮我打好好姐，你好。好好姐，好，马上就开始哈！我看了很多粉丝宝宝在说话费，我们都会有的。哎，对的，话费啊，你们想要的，我们今天都会有。所有人，我们都稍微的等一分钟，我们到10000人，我们到10000人先拿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我的天，我好期待，好不好？老期待了，喜欢惊喜啊！喜欢惊喜啊！8500人了，我们到10000人，好不好？那么到十个数，到10000人，好不好？谁的宝贝倒数十个数，我们往10000人冲一冲！好想你们呢、啊，我跟你讲。好好姐已经休息了14天了，2周了。我跟你讲哈，我有很多东西可以让你分享，包括怎么可以把护我们的好的心态。哎，没错，对不对？你可以跟我一起，就是跟我一起整天呢，慢慢我杨姐会分享一些秘诀，怎么可以跟我一样的冻龄女神。哇哇，我们已经9000人了，欢迎大家。而且我真的哥哥，我好喜欢今天的主题，我们的主题是带你美。带你美，我们一起变美变更健康，好不好？愿不愿意啊？继续哦 ，Stay pretty and healthy 哦，谢谢哦，太可爱了，我的粉丝们，老粉都不会写英文了，哎呀，我很感动。来，继续帮我打好好姐，洋洋姐变成好好姐的好礼好物给大家，好吗？一整天跟我一起，欢迎大家，宝贝们，我们还差1100人，马上到达10000人，赶紧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姐姐给你们准备了好礼相送。哇，所有的宝贝们，直播间现在9200人，我们都把拿起你们叫什么？拿起你们什么的手？哎，拿起你们发财的小手！发财的小手，我们把赞赞点起来，好不好？我们到10000人，马上大家拿出我们今天的第一波福利！哇，很期待啊，宝贝们。记得说想要吗？想要福利吗，宝宝们？好好姐，对，谢谢大家都帮我打好好姐，谢谢大家。还差400人了，9600。好运，好运来了。哦对，一起变美，好吗？9800人了。Hello， 欢迎我的宝贝们，我的宝子们，欢迎我的家人们。欢迎你们，宝贝们，现在赶紧进来，我已经马上10000人了，马上10000人了。欢迎大家来好好姐，对，现在我是边上好好姐，知道吗？对，马上就开始嘛，只要你开始你的咪咪祝福宝，好吗？然后我们要好的心态，好的信号，是的，没错。Okay， 所有的宝宝们，对对，我们先拿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惊喜，好不好？来呀，来，我们的美女上来，来，有请美女，欢迎大家，欢迎来好好姐的直播间。谢谢你们的支持哈、啊！今天一整天跟我一起玩，好吧？没错，我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1米包邮的产品哦，1米包邮，一共有50000单，我们随时给大家放，好不好？50000单！我的天哪！我的妈呀！够不够？够了，我继续帮我打好好姐好吗？对，妍妍姐没有啦，现在是变好好好礼好物给大家。是的，宝宝。来，所有的宝宝们，这样子，我看现在直播间现在9000人，对吗？哎，对，我先给大家试一波手速，好不好？哎，我觉得可以、啊。来，我们帅哥上来。来，帅哥过来一下。你们的手速快不快？先 stretch 一下 ，warm up，OK、okay？再拉伸了吗？马上就开始哈，开始我们的表演，好不好？噔噔噔。来，姐姐，我们这样子，我们再上到10000人，我们直接先放500单，好不好？500。哎，10000人到不到嘛？还有2000。宝贝们，多多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把你的期待给我搬到一叫进姐姐的直播间，到达10000人，马上给你们放500单的福利。我们到10000人，500单，我们现在一共有50000单给大家放，好不好？好，还有接近100万单的其他的福利品，哎，其他的补贴品，这边是1米包邮的，对，我们的福利品就是我们补贴，好吗？哇，一票单还差1400人，我们马上放，500单，马上，欢迎大家来好好姐的直播间。是的，宝宝，看一下我们1米包邮的，今天给大家准备了50000单的福利，记得50000单，没错。然后我们现在这样子，我们会随时给大家放，好不好？这样子，我们现在到10000人，我们直接放5000单，好吧，500单。然后我们现在直播间8700人，对不对？对。那姐姐，我们先试一波手速，好不好？哎，准备好了吗？
记得点点关注我们亮灯牌，马上就可以抢到我们的福利。赶紧打开你的免密支付。那我们先上冰箱。哇，先上直接冰箱啊！冰箱，那个冰箱，我跟你讲，来这样保佑啊！点点关注亮灯牌，马上就可以安排我的手术，好不好？这个量不多，只要你抢到，来姐姐就赚到。我们直接倒数五个数，我这样说来。我们这个冰箱，我先把价格报了39.9米。哇，39.9块9呀，亲爱的们，至高的冰箱姐姐。所有的宝宝们，39.9米包邮到你家。五哇，39.9块9包邮到你家。三十九块九包邮到你家。三十九块九包邮到你家。二三十九块九包邮到你家。一三十九块九包邮到你家。五四三二一上上面去，来抢到就穿到吧，你抢到了你可以帮我按一下哈。来姐姐，我们今天让它更过瘾好不好？来，可以。哇，来了。大家知道清风的纸巾多少钱？清风的纸巾18块钱，最起码要10块钱。大家是不是9块9？没错。姐姐，我们这2.9米，19.9毛钱。来，清风的纸巾倒数五个数，2.99米包邮到你家。五五，清风手帕纸2.99毛9包邮到你家。三，清风手帕纸2.99毛9包邮到你家。三，清风手帕纸2.99毛9包邮到你家。欢迎大家，清风手帕纸2.99毛9包邮到你家。原唱不叫了，清风手帕纸2.99毛9包邮到你家。一五三三二一，上链接。好，欢迎大家继续帮我答案，好好解好吗？好利好物马上来，来帮我给来下一点。链接上好了没有？来，链上好了。来，我们更过瘾好不好？来，把雪花秀拿过来。不然是跟着雪花秀。雪花秀拿过来。雪花秀来，我跟你讲啊，雪花秀宝宝们啊，这个是韩国这样的品牌，来贼好用。再次强调一下，所有的宝宝们，打开你的免密支付，坐到路由器上好不好？好。雪花秀大家都知道是韩国的，对不对？没错，都知道这个至少要几百块，对不对？今天我们是1元包邮到你家，一元、准备好了吗？点关注吗？亮灯牌了吗？一元来，倒计时，五，雪花秀集体液1元包邮，三，雪花秀集体液1元包邮，30秒啊，雪花秀集体液真撞了，包邮，二，雪花秀集体液我们补贴包邮，一。雪花秀集体液1元包邮，五三三二一，1块钱，祝你好运，抢到是撞到，抓紧去吧。来，我们下一个，这样子，姐姐，哎，雪花秀来了，我们今天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炸，什么就叫真正的宠粉，什么叫做天天都是要用的，对，那姐姐。这一款垃圾袋家家户户都用，我不管别人在其他直播间是不是要9.9米，9块钱，75个，9.9米不要，8.9米要不要？8.9米可以了，哥，来，又降了一块，你们想要多少？免密支付，把网速调到最优，好不好？好，因为这个大家都用得着。来，我们倒数五个数，5.9米包邮到你家，五。五垃圾袋5块9包邮，三垃圾袋5块9包邮，三垃圾袋5块9包邮，二垃圾袋5块9包邮，一垃圾袋5块9包邮，五三二一，上链接，非常好，一号链接抓够不够？炸不炸？还想要吗？你们想要什么？我扣下来。这样，姐姐，我们把手速环节试完之后。我们这边总共给大家准备了50000单1米包邮到你家的产品，我们随时放，然后我们到这样子，姐姐，我们现在是19000人，对吗？哎，我们到20000人，直接上1000单。哇哇，宝贝们，我的天哪，20000人加油！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好好姐的直播间，继续帮我当好好姐，你好吗？雅姐改名字变好好姐了，是的，宝贝，好礼好物送给安排给大家，没错，宝贝们，2000人马上给你们放1000单的福利。这样子，我们先手速，我们继续试，然后我们到总共有50000单给大家准备好了，然后我们今天到20000人，我们直接上1000单给大家1米包邮，好不好？太给力了！然后我们的千万别离开哈。对，刚刚我们就放了
三波福利了，对不对？三波了，再来一波。现在大家是不是夏天来了？嗯，没错，夏天到了，沐浴露是不是要用了？哎，是的。啊，不是，这是洗衣液。哦，不是，不是，对，洗内裤，洗衣液好不好？先送洗衣液，一会儿送沐浴露。OK， 啊，一会儿送。三瓶哦，每一瓶是。这个是多少毫升的？我看一下，姐姐。这样，姐姐，我们今天500ml，不好意思，每一瓶是500ml 哈。OK， 瑞上架是39.9元一瓶，够不够？不够，你很多是吗？来，再来，两瓶，够不够？够了，再加，够了。够了，两瓶够了，三瓶、哦、1500毫升好吗？日上价是39.9元好吗？听好了啊，今天呢在好好姐好利好物给大家只要9.9元。来，我们倒计时5秒钟，五，内衣洗衣液9.9元包邮，四，内衣洗衣液9.9元包邮，三，内衣洗衣液9.9元包邮，二，内衣洗衣液9.9元包邮，一，内衣洗衣液9.9元包邮，五，四，三，二，一，高级之前来站住。姐姐，我看所有人都在说冰箱，来吧，把冰箱给我搬上来。来，说要冰箱，哦，冰箱没问题。我们大家都要冰箱，来，冰箱给我搬上来。那个冰箱是七号上了，应该是这个冰箱是16.1公斤啊，我跟你讲啊，宝宝们 ，OK， 日上价只要399米，但是今天来我的好好姐的直播间，今天只要来100不要，9.9不要，哎，99不要，只要39.9米。容量是38毫升好吗？我跟你讲，冷藏是26冷，然后冷冻是12，总共是38。来，倒计时，五，至高小冰箱39.9元包邮，四，至高小冰箱39.9元包邮，三，至高小冰箱39.9元包邮，二，至高小冰箱39.9元包邮，一，至高小冰箱39.9元包邮，五，四，三，二。胜利记，祝你好运！赶紧去抢，宝贝们！这个容量太厉害，我也想要一个，放在我的小卧室，这样子不用下去拿东西，好吗？哎，没错，那个冰箱，那个灰色也是挺大气的哈。是的，宝贝。我们下一个品牌没有了，再来一波吧。再来一波吗？对，再来一波，想要吗？三二一，再来一波！再来一波！再来一波！来，39.9米。倒计时，五、四、三、二、一，上链接。我跟你讲，宝子们，容量是38毫升，好吗？挺大的，没有啦。啊，姐姐，没有了，对不对？我们要不再来一波？再来，你们上不够一。冰箱再来一波。我们先给他上兰芝，好不好？先上个兰芝也可以，也是大牌呀。哎。咱们先一下小先发一波福利是兰芝，来，准备1.5万元了。因为兰芝是我特别喜欢的品牌，是韩国的品牌，我的孩子现在也用。我跟你讲好吗？四件套呢，瑞祥那是320啊，有水，有乳洁面和面霜。来，听好了吗？来，姐姐这样子，我再给大家直播间1.5万元，我跟大家讲一讲，我们今天总共给大家准了1元包邮的产品，总共有5万单，然后我们是很成功的来放。来，然后我们现在这样子，我们到20000人直接给他先放1000单，给他抢购，好不好？好，没问题。欢迎大家，很多新粉啊，好吗？记得点关注、亮灯牌，马上就发福利了。来，姐姐，我们这样子，我们给大家这个，我跟你讲好吗？50ml的乳，50ml的水，50ml的眼霜和洁面，好吗？哇，四件套了320兰芝，大家都不免什么，大家都不是。不什么很熟吧，那个品牌，对，今天只要99不要，89不要，听好了，只要39.9元，准备好了吗？包邮到你家。来，倒计时，五，兰芝水乳4件套39.9元，四，兰芝水乳4件套39.9元，三，兰芝水乳4件套39.9元，二。兰芝水乳4件套39.9元，一，兰芝水乳4件套39.9元，五，四，三，二，一，上链接。来，链上好了，我们再给大家来个电锅椅，好不好？好。哎，这个我还喜欢。每天都洗衣服。当然了，洗衣服的话是家家不可洗的，每个人都需要的。哎，没错。现在，现在是不是9.9米？哎，哥。
其他直播间9.9块十个啊，这种基础限量一下。好，这正说。今天在姐姐直播间，我们9.9米。20个宝宝们，80个好吗？瑞祥的是39.9块，今天呢，哇哦，要9.9，9.9不到啊，9.9都不要，9.9不要，99都不要，20个，9.9都不要，20个，我跟你亲亲好了，只要5.9米。哦天哪！来，我们倒计时5秒钟，五，基础量一下，5.9，20个，三。5.9，20个，3，20个，2，5.9，20个，1，5.9，20个，5，3，3，2，1，上链接。咱们还想要杠渣吗？来，姐姐，现在直播间9.8万人。没错。对，欢迎大家哈，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哇，直播间10000人，好，欢迎大家。来，姐姐，我们来个更炸的，好不好？来，我们的陈佑来了。哇，你孩子喜欢的是这种朋友。这个好好啊，哎，这个是蛮。而且姐姐，这个还是哑光的丝绒唇釉，哇，好哇哦，看到吗？对，有没有？马上立刻先，看起来是很像那个这个颜色啊，看到吗？哎，是的。看一下，来，瑞祥家是69.9哈，宝贝们，1.8克，今天19.9一只，今天听好了，从69.9，20.9不要。19.9不要，9.9不要，听好了吗？多少啊，姐？1元！哇！准备好了吗？来，倒计时，五、五，丝绒唇釉1元包邮，三，丝绒唇釉1元包邮，三，丝绒唇釉1元包邮，二，丝绒唇釉1元包邮，一，丝绒唇釉1元包邮，五，三，三，二，一，上链接。赶紧到2万，我们直接放1000单，一元包邮，来两包。好，欢迎我的豪豪姐。来，姐姐，我们先来个更炸的，来把那个会跳舞的那个眼霜给我拿过来。会跳舞的眼霜，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有一句话叫做“老人先老什么？人老先老脸，脸老先老眼。”来，波斯伊的哟。我跟你讲，没错，宝贝，是魅莲娜的波斯伊真润眼霜。它一直动啊。动的时候可以帮你按眼睛，帮我给你个特写吧。你看，你摸那个，那个它里面它有个眼霜嘛，对吧？你就按一下，放一点点，然后它直动的，然后它更易吸收，然后把你的睡睡环呢、啊，哇，很舒服。被称为电动熨斗的眼霜，就是贝莲娜的活色印真眼霜。那么简单，我跟你讲哈，日常价3支是400多。17。417，因为每一个是20克，总共是60克啊！那听好了，今天呢，从417，因为雅姐补贴啊，哇，今天只要99块9，99块9都不要，都不要吗，姐姐？对，因为我们做的说是好货，不过百，好吗？我跟你讲，你看它一直动，看到吗？动，好吗？来2支，再来1支吧。啊、再来1支，对，别了吧，3支吧，好吗？3支，99.9米。那宝宝们，赶紧打开你的免密支付，找到千万别离开的地方。我刚才我说，瑞上的是417，今天在好好姐的直播间，我只要39.9米。39.9，3支眼霜，3支，五，眼霜3支，39.9，三，眼霜3支，39.9，三。眼霜3支，39.9，二，眼霜3支，39.9，一，眼霜3支，39.9，五，三，三，二，一，上链接。太合算了，我希望你们可以抢到吗？因为大家都是需要礼物让你开心，所以好礼就是我呀。哎，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我们发生了哪些大事。关一下，第一个，我们现在牙牙姐改名叫好好好好姐，去帮我砸，能不能帮我砸好好姐，好吧？是的，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今天我们牙牙姐给大家准备了50000单的薏米包邮，哇，有这么多，大家看看，哇，有春高潮，好开心啊！全部给大家放，然后暗派礼物。现在我们直播间现在是1.98万人，还差
200人，我们到20000人，直接给大家放1000单。加油！这上面的随便哪一个，我们自己来选，好不好？好，宝贝们，决定先加油！欢迎我的家人们，开不开心啊？咱们要继续安排福利给大家，好不好？没错。来，起嗨起来！我觉得现在春天来了，夏天来的，夏天来了吗？已经来了吧？谢谢。来，我们的毛毡包来了，这个老好看了，哥，这个老好看了，姐姐，这个我好喜欢，荧光色啊，要几个颜色？我跟你讲啊，咱们的链接有4个颜色，你可以去调好吗？来，日常价是29.9元，它的容量也挺大，你看这个是雅爱姐的水温杯，看到吗？哎，还可以装这个，可以放东西，很高啊，我的化妆包 ，OK。还有那个纸巾，这个毛毡包就是没问题啊，你们去夏天去海边啊，去爬山啊，跟宝宝去逛街都没问题啊。那听好了，日常价是29.9元，今天9.9元都不要，9.9元都不要了，8.8元都不要，8.8元都不要了，想要布偶扣3亿，好不好？来，今天只要6.6元，来布偶扣666飘起来了，宝宝，一共4连的，来倒计时，我毛毡包6.6元包邮3。毛毡包6.6元包邮3。毛毡包6.6元包邮2。毛毡包6.6元包邮1。毛毡包6.6元包邮5 3 3 2 1，上链接。来，姐姐这样子。来，刚进来的，刚进来宝宝们呢，雅雅这边是好好姐了，欢迎大家来。好好姐的礼物，来，姐姐，宝宝姐，我看着大家呀、啊，他们都说666了，777。来，姐姐，哎，你看我们这次刚刚说到20000人，直接放1000单，对不对？对，现在还没到。我们现在我看的是到不了了，但是我看现在直播间这10000人就是咱们的啊铁粉，铁粉了，忠实粉丝。哎、欢迎我们先这样子，我们这个先上5波，每次100单，好不好？给他上5波，运营准备好了吗？哥，这个存的。这样日常价格29.9元一只的，对，我们直接1米。我的天，1米，宝宝们准备手速呀！1米，对，这是因为1米，因为现在炸不炸？就嘴唇都老干了。对，早上起来都很干。姐姐给大家准备的福利好不好？我们直接上5波，每次上100，那所有人准备好你的手速。那我们现在看我们的基础销量是多少？基础销量，我稍等，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基础销量。来，来，我们的导播老师上一下我们的链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基础销量。给大家看我们的基础销量，看姐姐是不是真的在给你们放，好不好？先上一下我们的链接，要不然我看不到了。稍等一下，对，宝宝们，另外左上角记得给姐姐点一个关注。今天我们的雅雅姐变身为了什么？变身为了好好姐，对不对？好好姐，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家人们呢，帮我点关注、亮灯牌，我们马上就放福利了。来，导播老师，都是我们补贴。我签一个小小的见解给大家看一下。目前我们的基础销量上面写的是0单，对不对？稍后给大家连放5波，所以说大家可以真实可见。哎，姐姐，那你来数吧。来，准备好了吗？准备你们的面面福包好吗？就1元好吗？来，倒计时，哇！唇膏1元包邮3，唇膏1元包邮1，唇膏1元包邮2，唇膏1元包邮1，唇膏1元包邮3 2 1，上链接。你好，链接。没有了，我来，姐，来，宝贝们再来一波，来，倒计时，我3 3 2 1，上链接。我们都说了，到20000呢就会放了什么1000单？有没有了？没有了，姐姐，来，再来一遍吧，来，倒计时，我3 3 2 1，上链接。有没有了？欢迎大家，我的老粉。宝贝们，还有新粉啊！喂，从现在开始，我是好好姐，好礼好物给大家。还有2波，姐姐我们再来一遍，来，五、4 3 2 1，上链接。来，最后一波，准备好了吗？最后一波了，赶紧了，抓时间来，五、4 3 2 1，上链接。来，宝贝。1元包邮，想要的你赶紧去抢！来，欢迎！这样子，我们刚刚已经炸了很多福利了，我就接下来我们要炸到更大的。来，有请5个女博士！哎呀，这么快呀、啊！我都 ，Hello， 大家，你好，你好，欢迎5个女博士。是这样的，你们知道吗？也，好好姐已经休息了14天了。
我实习两周了，然后我带孩子去中国香港，因为我们是全家嘛，我去10天左右吧，然后我就没带我的一些什么骨胶原蛋白饮，因为太沉了，有瓶装，10天没喝，我真的感觉我的肌肤有点情绪，就是很糟糕。对，刚刚上播之前，豪豪姐也跟我讲了很多，说哎呀，真的离不开，真的，你一定要听我好吗？对。然后呢，我就回北京了，我就喝了2-3瓶了，哦，马上就感觉到有安全感了，是的，胖胖糖糖的，然后很心里很滋润。你们想要同款吗，宝宝们？想要同款不答3亿吧，好吧？因为一个五个女博士已经都很这样子，哎，看到啊。我先帮豪豪姐佐证一下，什么叫做这个啊？就是在口服胶原蛋白这个领域，如果有人敢，如果我们五个女博士说我们是第二，那么我敢讲，没有任何一个品牌敢说我是这个。为什么？这个是我在上播之前截屏各大平台，什么叫做像龙卷风般的席卷啊？谢谢。来看，这个是比如说抖音的榜单，排名在 T1 的位置是谁？五个女博士，对不对？没错。好，来再来看这边，这个是包括抖音，再加上某猫的榜单排名 T1 的五个女博士，太哇塞了吧！以及某东的榜单，所以各大榜单，对不起，排在谁的位置？五个女博士，给了六百，耶！所以很多人会说，为什么五个女博士会有这样的一个成就，源于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这五位是谁？是五位非常了不起的先锋女性，她们纷纷在北大毕业，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在她们30而立之年，她们说：“哎呀，女人总有一个不一样。”对，她是北京大学呀、生理学呀、皮肤病学呀、妇产科，对，心理和结合、内妇都是很专业的。是的，所以你要安心哈、哦。对，所以她们就有一个梦想，就女人的梦想是什么？无非就是美丽，无非就是年轻，定过青春。女人的梦想是一直都跟我一样的动力女神，好姐呀，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梦想。所以呢，我们就发现什么？来，这个是一个来自于自然某学的一个实验报道啊，在人变老的有3个变速档：34岁、60岁、78岁。姐姐，这个就是你昨天种草的那个是吗？是的，分别就是处在于一个胶原蛋白流失非常快的一个速度，哎，是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是的，我想就是补充胶原蛋白嘛。而且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宝妈？如果有宝妈，帮我扣一嘛，因为你上完孩子的哦，特别快，流了更快，一下就特别快。所以说的姨母羊就给那个宝宝，我们那边有打开的，可以给姐先喝一个，对，可以给豪姐先。我跟你们一样，因为工作压力大了，熬夜加班，然后加班必须要喝2瓶啊！我跟你讲啊，要不然没办法这样子，对吧？所以说来，今天我们先解决一个问题，因为五个女博士她们自己的家里人都在喝，所以每一瓶豪姐喝下去的足量添加，我不是市面上的3000毫克，我不是3500毫克，我是直接顶到5000毫克一瓶，让你喝进去满满的胶原蛋白，相当于一天吃10个猪蹄啊，吃20个鸡蛋都补不回来的胶原蛋白。因为它分子量很小的吧，是1000到耳朵左右，所以它的吸收率可以达到90，没错，我们有检测报告可以给大家看，我们的分子量可以给一个。今天哇塞了，好多宝宝都等不及，说要五个女博士，快上链接。对，来，分子量做到1000道尔顿以下，相当于什么呢？你每花100块钱，90多块钱全部被吸收了，这才叫做不是智商税。跟你以往吃猪蹄啊、吃鸡蛋，包括市面上其他的胶原蛋白相比，我们是真正让你把钱花在了刀刃上，而且在里面。在那个50ml的瓶不只有胶原蛋白，还有很多其他的，还有那个氨基丁酸，氨基丁酸可以帮你，大家都懂了啊。对，所以我们其他的成分我们先卖一个关子，我们先告诉大家，因为五个女博士不是白牌，现在我们在市场的占有率来讲，价格真的非常的透明，279在猫店打开都是这个价格，而今天在好豪杰的直播间，一定有福利要占。当然呢，对。没有福利就没有理好了，就是没有好好姐。来来来了，279不是一盒，直接干到2盒，20天，那这样子，我觉得20天还是有点短，我希望大家可以体验1个月，能不能再加？正常情况来讲，都是建议大家先从1个月开始喝。所以能不能不喝？但是我
是这样的，好姐，我还有准备一份礼物啊。我今天是这样的，就是大家这两盒拿回去之后，不管是哪一盒你打开，其中的两瓶我是可以开放给大家去体验的啊，可以试喝、啊、对吧？因为他们万一不喜欢喝呢，对不对？万一味道不喜欢，那个口感是酸酸甜甜的哈。百香果味的，零脂糖，零脂肪啊。对，然后大家喝完了不喜欢，这两盒你是可以退给我的啊。对，其实我那个好的机制啊，很不错。我其实今天是有做这个准备，但是。三盒，那你我觉得三盒吧，这样子刚刚好是三十天，哎，正好一个月嘛。对，一个月的量。嗯，那边你已经贴在那里边了，你贴在那里就给我吧，好不好？好姐，你的意思是三十瓶，279是吧？然后那两只适合也要有啊，那两只适合也要有啊，适合还要有。对呀、啊，肯定要有的。来这样子，因为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一样了，因为我今天的话题是我带大家。跟我一起变美，哎，好不好、哎？但是那个价格还是要美哦，大家都懂哈、啊。我觉得279有点小贵，要不然这样子，30瓶不贵了，不贵了，真的不贵了。你去看别人，别人都不可能出现这个价格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喝，而且我要喝两瓶，一个月30瓶很快就没有。我希望大家可以。囤起来，这样子就是小小的小小的要求好吗？能不能给我249三盒，好不好？249三盒，姐姐，这个咱们我们这个30瓶，30瓶一个月的量，你可以带回家拿两瓶试喝，不喜欢你可以退。老师你会喜欢，那因为我们是同款的。好姐，这样我们少上一点好不好？因为五个女博士不是白拍了、啊，我们今天如果改价的话。你这不破价了吗？是啊，其他直播间好像也卖过。我今天是好好，我们少上一点，上完的时候链接帮我下掉，可以吧？老师，少上一点，上完之后链接帮我下掉，因为我看现在直播间都是好姐的铁粉，没错。我相信大家不是那个大喇叭，不会在别的直播间乱讲啊，不要千万不要带节奏、啊。就今天直接多少？249，30瓶，2瓶是适合他回家，7天5留可以对。因为我相信很多都是熬夜保命，那就像100单就是秒，就是抢，就是拼手速，就是给老粉宠粉了。他们都想要帮我扣3亿吗？100单吗？是吗？行，100单，就100单好吗？抱歉，就100单。100单，100单，249。30瓶等于每一瓶是8.3块。雅雅姐，哇，都喝了几个月了，我停了10天，我觉得皮肤，然后我又回来重复，我觉得真的是有效果。你要相信我，如果你想老得慢。一定要内服补充，好吧？来，准备好了吗？239，三盒30瓶，2瓶可以带回家试喝，好吗？来，倒计时，3、4、3、2、1，上链接。来，宝宝一号链接刷新去吧！今天的姐姐的直播间，5个女生的专场表演，239，3盒，2瓶开放体验。我们不要在别的直播可以囤起来，因为它的保质期是18个月。对，没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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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这么快就来！我希望大家可以囤起来，没有了，因为100单太少了。不是因为一个月我已经，我有时候一天喝2瓶，那三十就是太多，好几太多了。真的破价了，我给你咱们再加好不好？来，再一波，再来一波吧。再，我真3秒，再加3秒好不好？加3秒钟，加3秒好不好？来，宝宝们。30瓶，2盒、3盒，2瓶可以试喝。OK， 只有249。我讲完原理就把链接下掉。3秒，好吧，来倒计时，3、2、1，上链接。来，我们有点刷新举办五个女博士，249到手整整3大盒。口感是酸酸甜甜的，自己打开睡前可以喝，因为它有氨基酸，可以让你哎 ，OK， 大家都懂了哈。哎，我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就是生完宝宝之后你会发现皮肤松垮的特别快。嗯，生完宝宝之后那些纹路出现的特别快，这是为什么？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会发现人在30岁以后，特别是生完宝宝之后，那个胶原蛋白唰一下就是加速流失，它会呈现一个叫做什么？断崖式的下降。来，我们把每个人的皮肤想象成是一个床垫，当这个床垫正常的时候，里面的弹簧是弹性是好的时候，你的皮肤是撑起来的。当弹簧失去弹性，弹簧生锈了，你家里的老床垫是不是会凹下去？是不是会陷下去，会出现纹纹，对不对？而今天我们给大家补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弹簧，就是能够让你的皮肤重新这样，重新这样。听懂了吗？但是很多人会说，我光补胶原蛋白是没有用的，我还要再补什么弹性蛋白？请注意，弹性蛋白但凡添加到这个，有很多东西不可以说的，是你喝完了要那个对那个那个咚
蹲。哎，对，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身边是不是有很多的贵妇会去埋一个东西在这个里面？哦，知道了吗？知道了。埋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埋的那个东西弹性蛋白。哦，所以今天我们这一瓶里面不仅仅有胶原蛋白，还有弹性蛋白，这就是我们的区别性，这就是来自于北大的五个女博士。没有的，没有的，真的没有的，手速真的太快了。哎，我想问一下，有没有第二个 SKU？ 能不能囤起来？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懂啊。加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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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蛋！没有，真的，这个真的假？因为我破价了，所有的老粉帮我作证，是不是在别的直播间279？今天在雅姐直播间249，而且我还开放这个，我感觉那是他真的破价了，还有两瓶的。那怎么加蛋呢？想要吗？我们帮我扣3亿吧，好不好？想要怎么样？来，咱们加蛋好吗？30瓶3盒好吗？刚才我说错了，这保质期是2年好吗？对，2年。你可以带回家2瓶4盒，只觉得那个味道不行，那可以加点温水。但是我希望你天天都要坚持下来好吗？因为全世界没有老，没有愁就懒哈。雅姐已经喝了好几个月了，是的，妈妈，她的皮肤的状态是不是很短短啊？来，咱们再一步。3秒钟，来，倒计时，3、2、1，上链接。来，我真的跟大家讲，加的是什么？像好好姐，每天我们都建议好好姐可以喝2瓶。我自己生完宝宝之后，我也是一天喝2瓶。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仅仅要补充胶原蛋白，还要补充弹性蛋白。对。而我们每一瓶里面，很多的那个人说，哎，我买过这个口服胶原蛋白啊，那个别的那个盒身上告诉我说有5000毫克，有6000毫克，我告诉你。没有出具检测报告，他就算告诉你10000毫克，你都不要去相信。而我们今天是直接拿到检测报告，每一瓶5000毫克，一滴都不少，看到了吗？没错，好吧，大于5000毫克，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安全感，这才叫持证上岗。1000，对，还有很多人喝了一段时间，说我的那个喝的6000毫克、8000毫克喝完没效果，为什么？喝完了钱，它就像是你身体里的游客。怎么喝进去，怎么流出来？吸不是，对，没有用，你没吸收进去啊！一号链接已上600单，点手速，宝贝们。跟你讲，每一个人就要对自己好一点。你们要看孩子，要看老公，要事业，要熬夜，有加班，有压力的，跟我姐一样呢。我每周要飞从北京到杭州，我真的很累很累。但是怎么办？真的是一种内服，要补充我们的教育母蛋白，知道吗？这个是很重要，因为雅姐今年是53了，今年是54了。为什么雅姐看起来马上30？主要因为我不只是外表有就补充那个功夫，还是内服啊，内服。什么是内服？就补这个胶原蛋白。我们有涂涂抹抹的东西，我真的跟大家讲，涂涂抹抹的东西啊，对，它可能只能是在表面。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压力，就我压力高，压力大了，我的皮肤，我的毛孔巨大，你懂我意思吗？我而且它里面不只是胶原蛋白。还有胶原蛋白、弹性蛋白，还有一个维生素 C， 一百毫克，还有氨基丁酸。氨基丁酸是什么？氨基丁是伽巴，伽巴你压力很大了，没有了，就这样，800单，一秒没有了。啊，谢谢大家，真的，因为我们所有的分子量是少于1000道尔顿的，欢迎大家拿回去喝去吸，这个巧了就是赚了，好不好？我们不是白牌，今天在好好姐直播间我们破例破价了，希望大家不要在外面宣传，谢谢。可这样，这个800单真没有了。好了，宝宝们，左上角里面有台苹果 iPad， 还有就没了，就开奖了，大家在我们的左上角赶紧参与一下。我真的，你们还想要吗？能再加吧。这样，好姐，我其实今天本来还有带一个礼物来，因为我还没说了，因为是这样，我还有带一个礼物来，我要不给你看一下？啊，你说，这个是我们在别的直播间。一天销售额这个很惊人啊！哇天，销售额2000万，厉害！888，90瓶，3个月的量。888，90瓶。对，888，90瓶，3个月的量。嗯。然后你看，包括这是来我们特老师特写，能不能持续给一下？对，销售额10000万，888。来，销售额20000万888。哇哦！销售额20000万888。今天我把这个礼物带到好好姐的直播间，家人们，你要放心好吗？而且我还给好好姐所有的粉丝开6期免息分期。哇！6期免息分期啊，姐姐，等会儿我算账。没有利息。我算账，姐姐。6期分期啊？对，什么意思呢？我你说那个。你说那个两，平均每期148，不到500，3个月，让你喝上满满的胶原蛋白。哦，你说9瓶是不是？九
盒，姐姐。九盒九十，姐姐。九十瓶九盒，对，720。六期免息。六期免息等于是120一个月，是不是？姐姐一天不到5块钱，4.9块钱。我的天，太棒了！是八百，不是八百八，对，算完之后的话是4.9块，平均下来一天。平均一天，对，让你喝上满满的胶原蛋白。5块呀，4.9块，真的吗？不是8块呀、不是不是，我算过了，算过了。那这个是更合算了，姐妹们，赶紧去团起来呀！对，回购，我跟你说，这个是回购，回购的。这个我们是专门给好好姐的老粉的，因为我都出汗了，我的天哪！这个气质，这个是惊喜，对，太好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自己五个女博士在胶原蛋白领域已经可以说没有对手了。对不起，我们没有对手，在金某东没有对手，在抖音没有对手，在某猫没有对手，对不起，在所有的平台我们没有对手。所以今天我们就给所有好姐的老粉一个囤货的机制，888，90瓶，平均来148一个月，第一次你支付这么多就可以了。我的天哪！如果刚才呢，你买了那个249了，一瓶是8.3块。但是如果你安排那个720等于是90瓶，什么720？888哦，888合作下来，对，888合下来148，对，888呀，哦，我看到了，天哪，那因为我记得去年我好像在那个，我的女儿好像728，好像我的女儿728好像卖过嘛。哦，对，卖过，但是不是这个，对，那个机制不一样，是不是？对，不一样的机制了，对。什么意思，好姐？您说，那我觉得888是一个好的气质的，我想杠渣，因为我是好好姐，好人，好礼，好运，好物，好运，那么这样子，去年不是我女儿吗？728是我 Jaden 的生日呢，那这样子能不能取一个八？我想要90瓶，我就要720，可以吗？就不要吧，这个不行。别看我，这个肯定不行，姐姐。90瓶720，他一瓶喝才8块钱。来，你帮我，你刚才说，你帮我给好姐解释一下。我真的不能破产，这个真的不能。来，导播老师，销售额2000万，我888，这个是给不了的啊，这个对啊，八八八，这个价格真的给不了，888人家是卖到1000万、2000万的，对啊，1-2000万的，而且都是999家的数据，这个破价就完蛋了。我这个破价，我要吃。那这样子，估计他就要离职了。别的人是888，但是今天是我说的算呀、啊。因为我是好好姐，我是好好姐，想要吗？跟我一样的同龄女生，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我的话题是我带你一起变美。哎，我们要变美，价格要变美，气质要变美，能不能同意？720，三个月的量，90瓶，我只能给30单。可以吗？不是你720，九个30单，对，我只能给30单。现在是15000人，就是30单。你货架没事、啊、我到时候我好解释。30单，好解释。来，30单 ，OK， 可以。准备好吗，姐妹们？就是30单啊，720等于是90瓶，等于每一瓶是4.9块。来，倒计时，3、2、1，上链接。来，宝宝，要链接，9盒到手，90只，只需要720枚。有喜欢的宝宝抓紧，就30单啊！我跟现在所有要那个复购的那个，你能帮我点开链接吗？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我都出汗了，这么好的气质啊！回购率是多少？回购率是这个链接，不是这个链接，没有了。那你要加，因为30单，开玩笑了吧？哎，把我们那个249的，不好意思，我帮你给大家看一下回购率，好不好？因为好好姐是好人，好利，好物，好运。要不还让他上249的吧？这个720真的破价了，我上249的，可以吗，老师？我上249的，因为这个我真的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们刚开始一波啊，姐妹们怎么样？帮我互动一下，给他们看一下。没上249链接，现在没上，你们来，大家都帮我扣3亿，对。你确定破价没事、啊？30单呢，太少了。OK， 因为这个核算，我知道。全没了是吗？那亲爱的，因为真的破价了，因为所有的粉丝都知道，一定是破价了。我已经很久没有播了。我很久没有播了，我已经2周休息了，他们都想我，我要补充一些。这样，我们五个女博士现在有一个计划，就是我跟我们深度合作的明星达人，帮你们涨粉的一个计划，就是我们帮你们涨粉，我们破价，可以吗，好姐？
五秒。不不不，这样这样，我再上五秒五十单可以吗？那我这五秒吧。我可以去跟我的高层解释，三秒钟时间，我跟我的高层解释。Okay. 但是所有拍下的一定要点关注，可以吧？谢谢。所有拍下一定要点关注，梁老板，我跟我的高层去解释这件事情。你今天呢买那个七只豆上等鱼的一瓶是4.9块，好吗？刚我不不不是这样子的，张姐。720本来是888，平均每期是148，现在这个已经作废了。哎呀，我的天呀！今天相当于一期才多少钱？你们自己去算好吗？120左右，对不对？就剩三秒钟，90瓶，6期免息分析，来，倒计时，3、2、1，上链接。两年了，不跟你讲了吗？我跟那这个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你们对，我压力很大，我要飞北京、杭州、杭州、北京，然后我有三个孩子要管。还有我老公，还有婆婆，还有父母。我父母下个礼拜来送歌，对了，我有压力很大，我有很多东西安排，但是因为我有他那副补充，然后我觉得哎呀，有氨基丁酸可以让的，哇，太贼好了。今天也好好姐的气质720，总共有90瓶，3个月的量好吗？你可以囤起来，因为它是2年的保质期，相当于了一瓶是4.5块，不不不，4.9块，不是这样，你要再去算一下，咱们算的是888的，720会更便宜，现在是720，天呀，你算一下720更划算。来，我跟大家解释一下，算一下，等一下，北大五个女博士，北大五个女博士。这五位女性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北大她们分别是不同的专业，然后呢她们研究之后发现什么呢？她是720除以6期的免息，相当于720，发现每个人胶原蛋白流失的速度一天四块钱，我的天呀，因为我们有那个6期免息啊，6期分期是每个是120，每一个是120，相当于一瓶是4块。不是，这个太吓人了，这价格。我给你解释一下，我都出汗呐，我这个我要跟高管打申请的。我这个你不要讲他是谁，别说呀，更别说呀，哥，这破价完蛋了。哥，真的，宝贝们，你又伤心我呀！好好姐已经喝了好几个月，你看他的回归榜是这样子。好吗？对，看到吗？真的，就销售额2000万，销售额1000万，抖音榜、天猫榜，你们去看看他们的场观，还有10万加的场观的，都是888给的，今天720米啊！今天720，我说了，好好姐带你美，什么？带你美丽，一起变美。我们一起变美好不好？所以跟我们，我这当了女人，这太不容易了。是不是啊？没有，因为当了妈妈更加不容易，是不是、啊？还要管你自己的老公，管自己的时间，所以今天呢，我真的希望我们可以同款，我们一起变美，好不好？今天的气质好好，雅雅姐呢去香港了，中国香港跟孩子玩了7天10天，没带皮肤了，用松松垮垮，毛孔很大。我回北京，我喝，马上就短短。我希望你可以试一下，因为你可以带回家2瓶。你带回家打开喝，你觉得哎呀不太喜欢，你可以退，没问题。这个也有试喝体验，有试喝2瓶啊，喝体验。就如果大家买的是我做主了，今天如果大家拍的是那个720的，也可以试喝。但是我刚刚有一台700的宝宝要买，他们就下了，我就不是因为什么要换啊？不是好姐，那只要是因为好好姐已经2周没播了。我回来，我一定有补充我的宝子们一些福利，所以我改我的名字就是好好姐了。以后呢，大家别叫我雅雅姐，叫我好好姐。直播间好丽，90万人喽！好丽，好我。那个丁总，我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跟你解释一下啊，就是那个帅哥帮我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可以，但是千万不要去在别的直播间带节奏。888，来看是不是888？千万不要去。销售额是不是2800多？对不对？然后来宝宝，是不是888？看到了吗？销售额那个我跟大家讲，今天我带着这个机制来，我可以跟高层解释，我就说我是来帮好好姐涨粉的，就所有拍的后台帮我检查一下，一定得是关注了好好姐的，谢谢，好不好？谢谢大家。但是720那个机制，我真的有1700个人没抢到，我很抱歉。是的，我只能再补170单，就10个人里面大家去抢一抢，好不好？最后170单，现在都快20000人了。你万一抢太多了，我怎么去解释？我在别的直播间888，
没错，不是我在别的直播间发发发，但是单身太贵，我亲我，真的从来没有过。我只能限量。豪豪姐已经都喝了好几个月，还有用，所以我敢推荐给大家。今天的气质是人生第一次，我从来都没有那个气质。这样，我再解释一下。来，我知道，我准备你跟他聊，我是不是想跟他们准备好，好吗？我这样，我再解释一下，本来是888，六期免息的话呢，一期是140多，对不对？对，一天核算下来是4.9块。我现在我把它撕掉了，还有六期分。本来一期是140多，今天一期是120多，今天我不管了，我给豪豪姐的直播间再放最后3秒钟，可以吧？最后3秒钟，五秒吧。六期免息，90瓶3个月的量，等我们还开两瓶体验。六期免息有的，有的。六期免息，量等于有的，每个月是120。我们先把链接给他上了。来，准备好了吗，姐妹们？同款，定个青春，跟我一起变美。来，倒计时，3、2、1，上链接。来，你们链接五个女博士，酒喝到手720米，今天。现在直播间1.9万人，这样子，宝宝们，我跟你们说，今天这五个女博士不是白牌，大家知道的，不是白牌，而且来把刚刚那个谁卖过的给大家看看，他们是多少钱买的？来，咱这个再看，他的口碑贼好的，回购率很高，我跟你讲。来，宝宝们，再给大家看一次，千万不要去其他的直播间，不要说，不要去那个说是谁啊？这个888瘦了7000单，来，宝宝们，这个88瘦了2864。这位达人888瘦了3000，销售额1000万，当天不要去带节奏、哎、千万不要去带节奏。刚刚发生完的事，我也想跟他们一样卖了2000单哦。你老就是给我30单，但是人家888720，咱们少一点好不好？少的我更好。豪姐你乖嘛？你看咱们都3000单了，我什么时候可以卖了3000单？姐姐，人家888，姐姐你得这么想，你比别的直播间便宜了168呀，人家888的钱呀。赶紧去抢，姐妹们啊，跟我一起啊，那个而且。是酸酸甜甜的，这零脂糖零脂肪，就是我不希望大家是因为占便宜去买这个东西，我希望大家是奔着爱美，是奔着年轻去买这个东西。好好，我相信现在所有在姐姐直播间买的肯定不是爱美，我可是你这个过价了，带你买，姐姐带着大家一起美，你知道吗？好好姐带你一起变美，我觉得如果能借这个机会就宣传一下我们品牌也值了，好吧，今天赔钱什么都无所谓。五个女博士，我们左上角的福袋里面有一台苹果的 iPad， 对，在这里啊，来，五个女博士来自于北大，到时候这五位女性非常的了不起，我可以告诉你们，她们真的是学术派，她们为了研究这小小的一瓶啊，写了40多篇的论文，翻译成18种文字，天哪，写了4本这么厚的书籍，就你现在可以去查，所以她们关于女人为什么会变老这个事情，他们已经研究得非常透彻，非常明白。他们是有发言权的，是的，非常有发言权的。女人到底怎么变老的？说白了就是胶原蛋白流失了嘛。对，宝妈更快。你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自然》某学杂志上面所公布的一个研究数据：34岁、60岁和78岁人的胶原蛋白会这样、这样、这样阶梯式下滑，真的是。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补的是什么？实实在在的就是胶原蛋白。而且我们不像别人一样补的是3000毫克、3500毫克，我们是5000毫克，没错，足量了啊！再多其实说白了吸收不进去也没有意义，也没用了，没意义。那么好，我们给大家分子量1000道尔顿以下，什么概念？你说我通过吃猪蹄、吃鸡蛋能不能补胶原蛋白？能，但是微乎其微，因为它的分子量太大了。而我们今天分子量1000以下，什么意思？你花100块钱，90多块钱都被你吸收了。明白吗？是的，这个东西别人是没有的，别人是没有的，就五个女博士有，就五个女博士敢给你看。对啊，而且它里面不只有胶原母蛋白了，它还有那个维生素 C， 对，还有氨基底酸 GABA 可以用你哎。是的，美美娇大家都懂好吗？所以今天我们的气质是从来都没有过，因为牙子已经2周没有播，对，回来了有好物、好礼、好运给大家。不好意思，我720那个机制可以先下掉吗？因为我看有人拍了5组，我看有人拍了5单，拍了。刚刚我看的评论说有钱，他说前两天买还888呢，今天720。你看。哥，他刚刚有个评论刷说前两天买888，前两天买888，我怕出事情，我真的我就赶紧跟那个下了。不是宝妈，你们今天购买千万不要去带节奏，千万不要去带节奏。真的，因为不是，我解释一下，刚刚那个有一个评论说前两天买还888的，人家姐姐、
我说声抱歉，我好乱呐、啊！我这是天哪，好过分，什么回事？他们把我的保险给吓了，他们。我因为有粉丝在带节奏，说前两天买是888，然后在你的直播间买是720。对，那刚合算呀、啊，刚好呀、啊。姐姐刚好多人都在刷，我怕等一下我想打我又刚好了720。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播啊，我肯定会给福利我的宝宝。我上249的机制好不好？这个机制我也是破价的。来，我再上，你让我再上500单都可以。你淡定一点好不好？哎，我真的不能再上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嗯，今天在姐姐直播间买的都是姐姐铁粉对吗？是的，对。那姐姐铁粉他会出去说吗？不会的呀。千万不要去说这个，而且直播间也就19000人，那个担心的，不是真的不会出去说，能不能扣个一？而且你能不能让他抢过瘾，可以吗？你哪有这个样子的？是的，看、哎、你下着是不是跟我商量一下？我的话题是，你自己看，好好接。你自己带大家变美呀、啊，知道吗？我他们买不起，怎么变美啊？丁总，你自己看，在别的直播间，他们买不了，抢不了，对呀、啊啊，你也说了，这是别的直播间呀，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姐妹们，我们不要带这个节奏了，真的不要带这个节奏，真的不要带、这个。宝宝们，快两万了，开了，我也帮一波，好吧？你们帮出去好不好？大家抢到了，咱们就拿回去自己慢慢喝。那个丁总，不要宣传，好不好？你让他们能不能说一下，扣个一也好，就说可以帮我扣个一，然后不带节奏，不要带节奏好吗？因为对对对，丁总，你居然给我的宝宝们，以后你就来我的直播间。因为那个气质就偷偷的拍就好了，好不 好？我们还有六七免息，720九十饼三个月的量，带回家两瓶可以喝。姐姐，他已经给咱们宝宝提要求了，对吗？嗯。那我们是不是要给他提点要求？直播间两万人了，欢迎大家！两万了，欢迎大家！欢迎，好好两万人，我真的不敢再上了。我不管两万人了，好好姐我上不了，两周没有播了。要求一万人我上一下得了，两万人好好姐也安排。这样子，我们最后上五秒，可不可以？也不要限单了，咱们上五秒，能出多少出多少，哪怕出一单我们也认了，我们下一个品好不好？来，我再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再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的话，真的我真的得替品牌说句话，大家千万不要其他的带节奏啊，宝贝们，来，导播老师切个镜头，导播老师，人家直播间2800热卖2864卖888，对不对？来，别的直播间卖7000单888，别的直播间卖3900多单也是卖的888。哎呀，我也想卖720米的价格，我也想卖3000单呀，能不能放一点？我最后三秒钟时间 ，OK， 三秒钟好不好？三秒钟时间，我还给670免息90瓶，是的。什么概念？女人也对自己好一点好吗？从内而外散发我们的光泽好吗？来，我跟你讲，我跟你当了妈妈，流失很快，好吗？真的。哇，姐姐他们都熬夜，赶紧上，赶紧上，快点！本来一期是148的，对不对？本来一期是148的，来，所有的宝宝们，左上角的120，两年的保质期，苹果 iPad， 赶紧去抢一下。还有20秒，来，这是网上钱喝来。准备好了吗？来倒计时，倒计时三、三、二、一，上！走一个，720米倒数9和90只，赶紧去冲，在我们的一号链接。来，所有的宝宝们，你们给很多刚刚进来，让我们给你看看，我们今天给您带了什么？先把大家看看他们在别人直播间卖多少钱。来，宝贝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来，宝宝们，今天姐姐的直播间倒数是不是720米倒数9盒？别的直播间888热卖3000多单，别的直播间888热卖2000多单，别的直播间888热卖7000单，相当于平均每一期给力啊！888除以6，一期是不是148？没错，今天720除以6，一期是120，六期免息分期，相当于今天你才花120块钱，未来三个月。每天喝上满满的胶原蛋白，没错，每天只要喝了4块钱的胶原蛋白，因4块这里面有 NGD 酸，有维生素 C， 还有胶原蛋白弹性肽，哇哦，50ml，零脂糖，零脂肪，对，同款，我们一起变美，好不好？而且那个是这样的，我做主啊，今天不管你拍的是哪一个机制，拍的是720的也好，拍的是249的也好，我全部开放两瓶体验。不是你确定好啊？九盒的也有这个体验，有 对，喝两瓶喝光了，喝到一滴都不剩，不满意没关系，你可以退的。我的就直接就可以了。而且来，很多人说自己在特殊时期能不能喝？来往这儿看啊，因为我们是不添加，比如说像那个防腐剂啊，然后包括人工色素啊，以及激素啊，全部都是来，这个是激素，这个是色素啊。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激素，你看，不管你是备孕期、经期，还是孕期、哺乳期，全部都可以喝，男女老少不分年纪，男都可以喝。对，只要你是在18岁以上，爱
美的人士，希望青春的人士，青春都可以去喝它，饱满好不好？还有十单喽！对不起，只有十单，我希望大家尝到尝到时装，还有三单。雅爱姐答应大家啦，一起变美，没有了，更健康，好吧？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这真没有，没有了是吗？这不能没有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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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好多人都在看，谢谢，好好姐，谢谢。雅爱姐哦，好好姐已经两周没有播了，是有点的。欢迎大家来，把我们那个牌拿举上来，我们刚刚聊了。来，我刚刚那个牌子呢，拿过来。欢迎大家，我跟你讲啊，来来，帅哥，你过来，后面把这个牌给我举着。夏天是不是要快到了？另一个啊。然后好好姐虽然我休息了，但是我真的没时间去做一些什么项目，我觉得比呢，我真的没时间去美美院，因为我有一点懒，我就比较喜欢跟孩子，因为春节去春假不是刚刚过了，所以我去带他们去中国香港，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真的是管理我们的肌肤的状态，因为夏天快到了，是不是夏天快到，我们是不是要很像一个白雪公主是一样的状态，是不是？所以呢，今天呢，雅爱姐，姐，好好姐，我们接下来好好姐，我的名字都不记得。好好姐，我们刚刚是不是已经很炸了？对，太炸了。昨天晚上我们有100多个预约的那个品吗？是的，哦、来了，姐妹们，准备好了吗？我们最重要要干什么？是要想要来、哎哎，我们邀请牛奶光，欢迎牛奶光。iPad 大家记得参加，大家想要美美的，刚刚胶原蛋白酮内服它很棒，但是外部的保养也很重要，但你光涂瓶瓶罐罐肯定是不够的、很多人可能像袁雅姐一样，哎，平时有时间我到美美院去，对不对？如果没有时间这么来，牛奶光的这台仪器给大家插电了是吗？带过来，在这里插上电了，打开打开，对，插上电了啊，贼好用啊，啥都不用管，不用什么任何的凝胶啊，什么面膜都不需要，这就开关，大家贼好用，来说一下啊，而且不只是脸可以用，身体啊，你的手啊，脖子、背啊，都可以用啊。不错，来我们看一下啊，如果大家想要 K 初老的话，这是在我们抖音排行榜当中 K 初老的所有美容仪里面来。排在上面的，我们来老导播老师看一下，来看一下啊，排在上面的是谁？就是牛奶光，就是它。所以啊，有了它，你可以不需要买射频仪，它有到像射频仪一样，可以让你砰砰弹弹，紧紧致致。有了它，你可以不需要买那些什么激光的东西啊。有了它之后呢，它可以让你脸上那些黑黑、黄黄、点点、黄黄、褐褐，可以让它来帮你解决。问他的什么感觉？来，我们看一看啊。对，平时我们的射频仪只能帮我们去解决什么？解决你的皮肤垮垮的问题哦。但是，来，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你看啊，然后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来这边，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有，就用今天我们这个牛奶光的仪器。是的。可以提亮亮肤色、啊、是不是、啊、对就是每一天只要一点点，就五分钟就可以了，对吧？而且是第二代啊，宝宝们，第二代是级的，敏敏肌安心使用嘛，对吗？很温和，放心使用， okay, 它很温和，对，也好好姐有时候很喜欢在外面海边啊冲浪啊，特别，但是我会来，特别是夏天很多，对呀、啊，就很容易有一些黑黑的，对的，女人生完宝宝之后30岁之后，你的黑黑的，会有黄黄褐褐的，看起来很真。对，然后有时候呢，我的手套不戴，然后那只手臂好黑，而且手臂，你看我的胳膊直，你看我的胳膊直有的黑什么？对，有黑色素沉淀。对，所以我也可以用，也可以用。哎，对，手肘、膝盖，哎，都可以。OK， 不尴尬了，全身全脸都能用，每一天都可以用啊，没问题，很温和，好吗？对，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它是分三档。第一档是30岁以下用全脸和全身，第二档是30岁以上或者是肌肤状态现在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用到第二档，而第三档是针对我们颧骨这块有黄黄褐褐的问题，请大家记住一句话，如果有黄黄褐褐就打牛奶光，有黄黄褐褐就打牛奶光。是的，而这个牛奶光跟你在那个美美院一次项目花1000块钱的是的，不少的，嗯，对对对，像雅姐一样，然后我们很舒服，什么感觉都没有，没有感觉，然后它会温温热热
大概是到43度，但是不会烫你啊，不会烫。到43度之后就停止了，不会再继续升温了。但是美美院你去做的话，它其实那个温度很高，可能会容易烫伤。拌面这个是有点小贵，拌面是卖了多少钱啊？这个来看一看啊，因为我们想要帮我扣3亿好吗？马上就安排。对，它是以色列的这个美容仪之父，历时6年打出来的。做这个真的是很以色列的所有的美美仪是这样子啊。对对对，然后我们看一看啊，这是在我们的线下的一些专卖店里面，你都能看得到一模一样，它是刘嘉玲小姐代言的啊。然后来，如果大家要来买的话，线下和线上我们价格是一致的。是18000元，我的天哪！别跑，别跑，不是一万，开玩笑了，开玩笑。不，今天呢，雅姐这个价格很合理，哎、很合理。但是，既然来到我们好好姐直播间，对吧？今天让大家要变美，变美不能说只有贵妇。而且我现在不是雅雅姐，我说是好好姐，好好姐，有没有好礼物给我？好礼物有，来这样啊，今天先给好好姐安排礼物吧，行不行？来，好好姐您看一下，哇哦，这是一个收纳盒。放在镜子上、哦、你可以放一些化妆品，在里面这么多面膜面膜，对，里面每一盒是有5片，都是安排给我的宝贝们，对吧？三盒直接安排给所有好好姐的粉丝，哇哦，这个有精华，精华都是给耶，精华安瓶啊，宝贝们都是安排给大家，精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是有10支的，这个单独买价格都是大几百的、哦、这个是10支的精华安瓶，哎呦，今天也是一样的，给我们好好姐的直播间的粉丝都是安排给大家，安排每个都有的同时、哦、来再加另外的2支，然后其实这已经是我们一直在卖的，已经是到顶的机制了。哎，没错啊，但今天来给到雅姐直播间，好事要成双，我的精华再安排一盒，哇、哦，也就是2盒精华，22支，再加3盒面膜，一次性全带走啊！成功有9件是吗 ？OK， 刚才你说是1万多，那对，那个我今天这样，我准备好价格优惠啊！对，要让大家变美，要让普通老百姓都消费得起。所以大家看到我们的爆款排行榜当中啊，我们的价格你看，基本跟我们一样的级别的，它价格都在10000多，你看10000多。哇哦！然后我们这个价格到底了7599元，已经很良心的价格了，很良心，很良心的价格了。对，这个真的好好。7599，但是今天呢你要给力，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播了，给力了雅姐，我已经很久没播，我跟你讲我已经2周了，我休息了2周，所以我回来了一定给大家福利，好好的礼物给大家好吗？今天呢我7000不要，6000、6900就是都不要，你们想要吗？我扣3亿嘛，今天呢9件大回家，我们一起变美，只要6599，8599买牛奶光，而且还是不够的，而且我争取12期免起好吗？相当于6期，对，相当于每一个只要54.9元，54.9元一个月。啊，六期免息，对、哦，大家可以选择6期免息，然后呢，也可以一次性付款。雅姐，这不是您的这个价格有点夸张，您看看我们线下和我们线上的正常售价都是18000，然后我们在排行榜美容仪的排行榜当中一直排在前面，为什么？就是因为同样级别的，对我们那边都想要了，这边等不及了，好吗？来，咱们上链接好不好？啊，又讲来。6599，到底是有9件，来3、2、1，上链接，来宝宝，大品牌牛奶光，今天到手价格6599，很简单，9件套给到你们，很简单，每天都这样子，很温和，5分钟脸边就可以，不只是脸上有些斑斑点点，有色素啊，你可以看你的背啊、脖子、啊，还哪里手肘呀、手肘有点黑，哎，我今天太黑了。你可以有坚持好吗？你要坚持每天都用啊，好吗？如果大家实在是没有时间的话，一周用一次，可以一次用20分钟。请问一下，你的售后是什么？售后是这样的，7天无理由，我们给大家7天试用。Okay, 你拿回家用上7天试用，大家来感受。你觉得感受好了，哎，不错了，雅姐直播间确实价格是别的直播间买不到的，你可以留下来啊、哦。哎姐，我这个人比较爱薅羊毛，那我就是用到第6天也行呗，这意思、啊、可以，但是我感觉第6天不想用了，以色列的品牌7天还是有点短，还是要坚持一个月每天都用，然后我真的这那个2年质保好吗？是不是2年质保哈、啊？对，哎，他们不，我记得是1年吗？不是一年是两年质保，一年质保对哦，也可能是双十一是加3年，OK， 那是1年质保，那今年能不能加2年啊、哦？就1年是吗？
他们这个因为这个我去申请一下，我去申请一下，行，去申请一下。那不管怎么样了，一年之内还是两年，有什么任何的问题，我们不修就换一个新的。对。对，然后来质量问题只换不修。对，我给大家看一看啊，就是很多人会说，哎呀，那你们觉得这个很好，到底有多好？哎，这个是我们的报告。报告，对，报告，报告，它是经过了上百人的测试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就是报告来，我们稍微这个镜头看一下，来，这是 before after， 看到没有？在报告当中，我们所有脸上的黑黑点点、黄黄褐褐，它都有数据，黄斑点，对，数据支撑都是负的。都在这样往下往下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哦，这也是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数据，来看看这边同样有道数字给到大家，看到吗？有道数字给到大家，也就是说你用过一段时间之后，你的皮肤亮亮弹弹滑滑都是往上的。哎，你这都没有了，你这你没有了，你这不是牙齿没有了，因为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其实做好了准备，这个所有给大家加的安排的礼物我们都是拉到满的，别的直播间没有拉到满的，因为我已经休息两周了，我休息两周，我必须要安排福利给我的宝贝们，因为我是好好姐。哎，对的，好好姐，所以机制好好，价格好好。然后我们再看一眼啊，在爆款 K 老美容仪抖音的美容仪评选出来的排行榜当中，你看排在第二、第三的都是多少钱？17,18,000。天哪！我们线下是卖18,000，这个为什么我们卖这么好？7599。哎，那个7599，太厉害！太厉害。哎，第二我也要，第二如果你喜欢我也可以买，第二挺好用的。不是呀，我第一第二都有。能买第一干嘛还买第二？对，我跟你讲是不同的功能，我跟你讲一撕裂了，我已经在那个我做这行了30年了，一撕裂了是天花板的美意，好吗？对对对，你们还想要吗？想要，姐姐，好多人在刷，没拍到，说还有吗？能不能再加一波？能不能再加一波？能不能再加一波？再加一波吗？6599加，还是6599呗？好不好？你今天就做到。那再加，你跟他会再用了7天，5单，你先用一下，5单吧，10单吧，好不好？十单吧，我知道你们这个东西。姐妹们，最后10单，九件，这些是面膜，还有那安瓶、清华安瓶，我们的收纳盒，总共是6599，而且还有6期免息。对，来到第十、3、2、1，上链接。来吧，大品牌牛奶光今天直播到价格6599，九件套整整。大家千万不要在夏天别人白白的时候，你脸上有很多的黑黑点点。来看一下啊，您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么多人，你看哦，使用过之后，你看这个腿，双腿用了一只。看到没有，它的整个改善包括到你看在脸上，我们今天不光可以用在脸上，还能用在全身，不管你是任何肤质，你是什么白一皮白二皮，还是黄黑黄一皮黄二皮，你都能来用。特别是如果在这块啊有一些什么黄黄褐褐的，大家可能会到哪里呢？可能会到美美院去，然后去打牛奶光。你妈妈可以用啊，你自己可以用啊。我们拍这个近景看一下，宝贝们，这是6期的免息啊，6期的免息，这是在美美院的牛奶光的仪器啊，牛奶光仪器打一次是1000块，如果您一周打一次的话，一个月是4次是4000，然后没有了，没有，这个真的没有了，这个真的没有了，没有了，真的没有了，谢谢，真的没有了。好，谢谢，谢谢，谢谢牛奶光，谢谢东西，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变美，好不好？盒子都这么的高级，同款的，真的吗？真的是同款。哎，男人也能用啊，姐姐。当然了，男人会有黑色素啊，哎，男人会有斑点呢，啊，男人更加不注意他们的皮肤啊，哎，他们一般都不放什么晒啊，他们不抹啊，所以，而且男士呢，你的老公后背呢有一些什么斑斑点点呢，我都能用啊，都能用。对对，好，来，咱们夏天又来，哎，什么？夏天就是要穿一些什么？小背心啊，裙子啊，有一些什么毛毛不想要，是不是？我跟你讲，我是比较懒了，以前不就是有刮刮刮，愈来它长得更粗更黑。我跟你说，男孩子也这样，就我夏天其实我不爱穿短裤，我就说白，我的腿上全是毛，就是毛啊，全是毛，跟穿了毛裤一样。太好了，那今晚别离开，好好姐也安排第一次从来都没有上过任何的直播间，来欢迎 Boss D。 欢迎 Boss D。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好好姐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哎，这个颜值很高啊，好看啊，很丝滑呀，啊，而且它有那个垫子啊，没插。哎，我插一下，等一下插一下啊。来 ，Hello，这个是
礼物给我吗？对呀，是的，没错，这个好好看。对，礼物一个是电动牙刷，对，然后一盒是我们的一个美眼仪，对，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芦荟凝胶两滴，还有那个对，还有一个是护目镜，然后这个的话下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个专属底座，我们脱毛仪的专属，就是给我们，哇，好酷哎，啥都看不见，好帅呀，姐姐，好帅啊，真的好帅，有点骇客帝国的感觉啊，对对对，是的，来，小姐姐，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款怎么去使用，好不好？好嘞，可以的啊，因为现在夏天来了嘛，对不对？那么很多女孩子就是说，比如说像我就属于那个毛发比较旺盛。那我穿吊带裙出去的话，像手上的毛毛跟腿上的毛毛，哎呦，好尴尬呀，真的是太尴尬了。对，所以今天就是说在好好姐的直播间，我给你们带来了就是夏天很刚需的一个脱毛仪，就我们这款 Boston 强脉冲光脱毛仪。对，它这一款的话，姐妹们，我跟你们说一下啊，因为我看不到人哦。这个的话，我可以跟你说一下，跟那个特写吧，因为它是电子的。对，是的。然后这一款的话，它跟那个市面上的那个其他脱毛仪是不一样的，因为呢这一款我们设计了就是个触控，就智能触控的，可能市面上其他的脱毛仪呢就是那个几个简单的一个机械按键，然后几个能量，但我们这个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非常高科技的那种感觉。哇，还是触屏的、对，触屏的、对，不同的部位有是八个模式，八档能量，然后八档能量也不同的部位，比如说你想涂抹这里呀、你的打打呀、对，然后内呀、私密呀，对对对对对，是的，我也买一个，对，你也买一个是吧？好嘞，好姐啊，我也想买一个，我这边的话给大家看一下、私密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的一个八档模式，八档能量啊，它是属于一种精细化系统的，分别是手指、脸部、手臂、腋下，以及是我们的一个私密，然后腿部、上身、冰敷，八档模式，八档能量、是属于那个目前市面上其他品牌脱毛仪的。我想问一下，这是多少钱？怎么卖？好的，可以，宝宝们啊，今天的话，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来到好好姐直播间，那么我想给我们好好姐的一个粉丝福利，好不好？好，对，可以。今天的话，我跟你们说一下，姐妹们啊，今天呢，这个的话，我们原价是卖2399，今天在我们的日常价格，对，日常价格，日常价是2399啊，这个在我们某猫上是可以查到的。对，今天，但是今天呢？今天在我们这么多东西，对，今天在直播间只需要1399，在我们的好好姐这么多东西，哇！带回家有8000好吗？这个已经就是599好吗？对，然后这个美眼仪是399，还有凝胶的两只是276，对，所以呢今天就1399，对，是的，给力，太厉害了，咱们上链接好不好？好的。OK， 来倒计时3、2、1，来链接，咱们试验一下嘛。1399到手8000，对，然后，而且所有的姐妹们呢，可以带回家，你可以试用7天，对，在家揪了7天，然后觉得任何的问题不满意可以退。是的，就是说姐妹们，你们买回去使用，免费使用7天，你感觉不满意直接退。然后这边的话，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一个实验啊。国说不练假把式，上实验。好嘞，可以。然后我手上的话是个黑色凝胶，它就代表着我们毛囊里面的一个黑色素。没错。好，那这个的话，我跟你们说一下，姐妹们啊，我们可以调节到我们的一个手臂模式。对，手臂模式，对，可以调节的啊，这个是我们家的一个手臂模式。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姐妹们，需要戴眼镜吗？要。哎，谢谢我们的好好姐，对，来看一下，特写，特写，给我个特写，谢谢。对，特写，特写。为什么变白的呀？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们这里的话，宝宝们啊，可以看一下，这个呢，为什么变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用的是我们的一个精准脱毛技术靶向的一个原理，就是说谢谢。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脱完毛之后呢，我们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精准智能靶向脱毛精细化，就不会伤害我们的皮肤、对，不会伤害我们的皮肤。而且我这边有个很重要的点要给姐妹看一下，对，一个报告，对，报告，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可以
医疗器械认证报告，也就是说姐妹们，这是一款不会踩雷的一个脱毛仪，你们买回去之后不用担心说什么效果不好或者会伤害皮肤，不会，这个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对对，是的，我跟你讲哈，好好姐以前是用刮的，刮刮刮，然后那个刮那个毛真的是变很粗而且很黑，你用它之后呢它变很细很软，对，然后慢慢就没有了。是的，对，就不长了。对，就不长了啊，终于不用刮了。就中医的话就是说你上地铁坐地铁然后出去出门逛街你都不用说受到异样的眼光。是的，因为夏天也快到了，我们要穿比基尼啊去海边呢，有些毛毛了。哎好那个好尴尬，你怎么画面感了，然后就要点尴尬，画面感好满。然后这边的话给姐妹们看一下啊，这重要还有个冰敷的，就是说我们那个睡眠啊，睡眠不足啊，对不对？对，那么姐妹们这个冰敷懂的都懂，对，懂的都懂啊。对，这个就不详细说，而且这个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就是雅雅好好姐你可以看一下，对，你会感觉到那种肤感，可以告诉我们的冰敷，它有各个冰敷、冰敷美肤模式，比如说如果你长痘痘啊、红啊，然后你就哇很亮。很亮，哎，你说的吗？你有十二季分期的，相当于相对于每一天是四块，对，四块啊。是的，没错，姐妹们给看一下啊，六期的免息，一瓶水，对，六期，也就是说六期那个免息分期的话，一天不到八块。好，谢谢，谢谢布斯丁，谢谢，谢谢布斯丁，谢谢雅姐，哇，谢谢大家，真的很划算啊，希望大家都跟雅好姐一样了，带你变美，好吧？好的，变美变更健康。来，怎么样啊？首先，我特别感谢我的5000个人的姐妹们呢、家人们呢，跟我一起啊，因为好好姐已经2周没有播了，所以我很想你们啊，知道吗？所以呢，今天好好姐呢肯定会有安排福利、好物、好运给大家，好吗？好，来，好好姐以前呢卖很多这个什么内裤啊，那这次呢有一个新的品牌，很棒，很不错，很棒，对，来欢迎费色丽人，欢迎 Hello 好好姐，费色丽人给大家带来了好看，你看后面它可以提臀啊，我们就想要米桃臀知道吗，所以这里比较薄啊，哇好看。对，这件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它的弹性特别大，雅姐可以随便拉，我给大家这个是均码，从80斤到150斤，特别大，哇，这天哪，还是你的大腿根不变形，看到吗？对，不变形。然后这件呢，因为我们是采用到了不同的编织方式，然后前面全部做到提花，然后在整个后面呢，在臀部一圈有一个强力加压的编织，所以它能够打造出一个蜜桃型的臀部，让你的臀型可以翘翘的，而且这里不会卡腿，对，看到吗？它的弹性非常的大，然后呢，只要不是弹性啊，它有5A 啊，5A 啊，5A 级的 K 君，大家看一看啊，抗菌抗螨，在整个我们的包装袋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达到了5A 级别，也就是水洗，反复水洗50次以上，它依旧能够做到 K 君，来 K 君报告在此哦，这是 K 君面料，面料我们的底裆呢全部都是聚乳酸的底裆，让你在夏天的时候告别那些痒痒的、臭臭的、闷闷的、热热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我们非色丽人也是头一次来到好好姐直播间嘛，那要几个颜色啊？我给大家，我们6个颜色，六个颜色，是的、啊，那今天你安排多少？今天什么样的机制？给大家安排到让大家难以置信的价格，来这样，直接6个颜色，每个颜色来一条，马卡龙颜色啊，1、2、3、4、5、6，每个颜色来一条，7，对。七，再来一周吧。OK， 拿到了一周的量。对，因为来，好啊，姐刚刚去旅行啊，我去快10天了，我没有，我不想花时间洗那个。大家看一看啊，每天新的啊。价格我们日常价是一条39.9元。哦。对，39.9元一条。那么一条。对，7条的话是280不到一点，270多。那今天呢？今天给的我要7条。我知道，今天是多少了？好货不过百嘛。对，是不是？99.9元，99.9元7条，对，能不能帮我加呀？99.9元帮我加吧，啊，几条不够？还要再加？够不够？姐妹们帮我答，不够，不够，帮我加几条？还想要吗？我也很想要，我不想花时间每天都洗内裤，好吧？我想享受生活，来帮我加，来加一条，8条，8条的，十
九条了，可以了吧？十条吧，十条差不多了， okay, 姐姐。天乐十还想要吗？一条不到十块钱，一条九块九，可以了。姐妹们还想要吗？还想帮我答上个一吧？来，十条再加，别刷一了，还要再加十一条，十一条了，再加，我的安排给我了，十二条，十二条，那这样子太多了，我想要十四件两周的量，哎，不是，姐姐，十四。不是一二三，十四条，十四条，十四条，九十九块九，一条合算下来七块一，那多少钱？九十九块九，一条合算下来七块一，还七块一啊，太贵了，可以了，姐姐，七块一，七块一条啊，不行啊，我跟你说啊，雅爱姐，好好姐已经两周没播，我一定要回来给大家补充好吗？我不要只有十九块九，我不要八十九块九，我也不要七十九块九，十四条听好了，我只要六十九块九。来，上链接，三二一上。上链接，来宝宝一号链接，六十九块九，六十九块九，十四条内裤，赶紧拍。我已经很。没过两周了，我不知道。我的天呀，这一条价格是不到五块钱，四块九九。你买一次性内裤都不够的价格，太快了，抢没了。哎，男士能穿吗？这个男士不能穿，我们都没有做实验，我太想买了。那个实验，这个价格是我还没做实验，没报送吧？我还没，就我想买这个，男士就能穿，我肯定买。怎么可能？太划算了。刚才我有点激动，抹布还便宜，真的。我有点激动，性内裤都要这个钱，性内裤都要十几块，现在是十四条，宝宝们。我刚才没说错，是六十九块九，但是为什么我今天这么价格破价？因为我已经两周没有破。价格太惊喜了，太炸了！而且它是五位啊，再上吗？可以抗拒，真的不要再抗拒了。它可以，它可以抗拒。我们本身是一个袋子包装，是七条的。对，给到九。独立包装，宝贝们，独立包装好吗？对，十四条。我们是这样的，六十九。姐姐，你看，它是七条一包。七条一包的，上一波，结果搞了上一波好吧？这个价格还上一波？上一波好吧？不是，再上一波好吧？太难了，咱们上一波，然后你做那个实验，到底透不透气？你能不能拿十四条？这样，让我把实验做完，马上下车。先把链接上了，可以吗？能不能上车之后，我做完实验马上下车，可以吗？全部都拿十四条，十四条，那就翻车怎么办？翻车我人手送一单。十四条相当于是二十八成呢。来，咱们来，我们先上链接，上一波好吧？十四条，八十到一百五十斤都能穿，六十九块九，五 A 级别，宝贝们来，八十斤到一百五十斤，好吗？来，倒计时，来，三二一，上链接，努力包装，所有宝贝，努力包装，做好手速，来，咱们要真的拿，你确定要拿十四条？我拿十四条，直接来现场做实验，来 ，OK， 好了，看到没有？我的天哪！有你吸烟。自由透气，没问题。十四条不是四条、哦，十四条够透气。八层在上面都能够自由呼吸，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哪怕夏天再炎热，你穿在身上不会闷，哎、会闷很透气，而且不会的，不会痒痒的，不会有异味，不会臭的，因为它的弹性。对，而且它不会变形啊！你看后面，它很贴心，后面它把你的屁屁稍微薄一点，这样是可以提臀，可以有那个米桃臀啊。是不是很厉害哦？好厉害、啊！而且今天我们这件造型呢，它是一线成衣，一根纱线织出一条内裤，它是没有任何接缝的。你看，在侧边没有接缝哦，没有接缝就不会摩擦，就没有任何的这种不舒适的感觉。这边没有，360度都是没有接缝，特别的舒适。然后整个弹性很大，我们之所以敢做均码，就是证明到你只要在140斤以内随便来穿。腰身弹性足够大，然后呢，来大腿根弹性足够大，而且我不管怎么去用力拉扯，来雅姐，我们俩一起拉一下，好吗？可以啊，来，用力来拉扯，拉扯完之后，不用担心这里会，也不用担心会嘎腿，又没有会不会变形呢？来，下一个吧，好吗？这个别我好想你们了，我已经两周没播了。咱们再好好减价，我这么好呢，咱们再一波好吧？你这价格给我砍的，来，咱们再一波，来倒计时，三二一，上链接。十四天上的一条是多少？一条合作下来4.9块钱，4.9块9哈，它不是一支三啊，它不是一支三啊，它是五 A 级别，你可以洗了50次，它可以抗菌抗螨。对，独立包装，看到我在整个包装袋上面是写了五 A 的 K 菌，你反复水洗了50次，它依旧达到 K 菌效果。而且我们看价格啊，
这是我们的价格，大家看到没有？这还在线上，还不是线下哦。我们线下2000家门店价格会更高一点，线上价格一条39.9元，其实不贵。对，但是你今天好好姐直播间一条4.9元，连个零头都不到。因为以前我卖过3A 啊，但是一个是5A 啊，更抢好吗？对对对，所以大家特别是女孩子在夏天的时候，你可能会穿包臀的裙子啊，很轻薄的裤子呀。如果你的这个大腿根很勒，有勒痕，对，不好看，卡裆，很舒服，很不舒服，卡裆的感觉难受。但是我们今天呢，不光是它不卡裆不勒屁屁啊，弹性很好，它在整个屁屁的一圈，通过不同的3D 立体编织方式，让你可以做到加压、集中、托高，帮你打造出蜜桃型的小裤子，是的，是的，它棉的很舒服。还有最后10单，对，对，很舒服啊！赶紧去抢嘛，69.9元啊，宝宝们。六个颜色，不是十条，不是是14条，相当于一条就4.9元。对，好，谢谢，好，谢谢，费斯里人，哇，好划算啊，这个机制。来，新进职员宝们，记得左上角我们的屏啊，我们的多功能的电闸锅，还有30秒。欢迎大家，我好想你们呀、啊！我已经2周没有播了，我好想你们啊！好好姐，我变好好姐了，因为好物、好运、好礼都安排给大家，好吗？没错。欢迎我的7000多的宝贝们呢、啊，今天好好姐特别的开心，因为我希望我可以变美，好吗？夏天是不是快到啦？哎，没错，宝宝们，夏天马上就到了。特别喜欢穿一些露背的衣服，哎，那怎么办啊？那千万别离开，我要那个胸贴。欢迎美图，好，大家好，大家好，来给到大家的是我们非常非常专业的魅族品牌。刚才好好姐也跟大家说了啊，现在到夏天了，我们女孩子喜欢穿一些吊带啊、抹胸啊，特别现在金九银十马上到了，大家呢都会有些人，比如说要穿婚纱，不能露那个尴尬的肩带，还有非常好看这种小吊带，还有一字肩，还有露背装，我们是不是需要把自己性感波涛汹涌的地方展现出来？是的，哎，所以呢，性感，我们一起编性感好吗？给到大家这个胸贴，来，我跟雅姐分享一下，好好姐分享一下，今天呢这个有点小。它有薄款，有厚款，有没有 C 呀、啊？低呀、啊，没有，我开玩笑，我开玩笑。对对，然后这个能表达吗？不，尽量不要那个。麻烦给一个特写啊， okay, 来，这个地方是有粘胶的，然后这个粘胶的部分粘在那里，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不粘的地方。对，你那个点点的部分你就放在这个地方。可以放在中间。先怎么样呢？把两边啊，先给它打开，打开了之后呢，贴在上面之后给它聚拢在、哦，对，把这个地方给它一扣。冲女人变女神。哎、扣完了之后 ，A 杯变 B 杯 ，B 杯变 C 杯 ，C 杯变 D。对，从宝妈变辣妈。对，宝妈变辣妈。你也是妈妈的呗？啊、我有两个狗狗。啊我有两个狗狗。来，就是如果说你是小胸，你就拍厚款；如果说你是大胸，你就拍薄款就可以了。然后它有两个 SKU， 它有薄和厚的哈。对，有两个 SKU， 然后呢是厚款给大家推荐，因为可以让两公分的波涛汹涌，然后呢小胸显大。给我一个特写，我给那边看一下哈。对，那个薄是在哪里？哎，我给你看啊，来给我个特写好吗？这个是厚的呀 ，OK， 2公分厚，这个是0.2公分厚，这个是这样子一个薄一个厚的啊，宝贝们。是的。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地方是一个月牙形的，所以呢，你正好往上一拖一扣，它就好像是一个手一样承托着你的胸。如果说很多人生完宝宝之后胸已经开始下垂了，或者说已经开始整个的外扩了、就可以给你往上中间聚拢。我想问一下，这个外面卖了多少钱啊？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外面价格确实比较贵，它是89.9元一对儿啊，89.9元一对儿。今天呢？今天来到雅姐直播，好好姐的直播间，好物分享。所以今天来，如果说你是大胸，买薄款的，薄款不是一对儿，两对儿加盒子加袋子。这个袋子呢，也可以当成你各种各样的一些旅行包来用。这个袋子直接给到大家，里面装了两对儿薄款，到手59.9元，给不给力？59.9元，对。薄款，那厚款呢？厚款也就只加10元。行，69.9元两对儿。好，薄款是59.9元两对儿，
厚款呢，两公分是69块就有两对，好吗？是的。而且我们可以，你们有那个值吗？给他们看吗？咱们先上链接，然后我们教大家，教大家怎么用，好吗？来，倒计时3。来，链接上了，小胸拍大，大胸拍一个薄款就可以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保持胸部干净干爽，就是胸上不要有汗，要是干的情况。然后呢，外翻你的文胸，就是把它整个的给它鼓过来，就是来，再给我一个啊，来、这个，把这边直接给它，哎，给它这样翻过来。翻过来之后呢，你就贴上去，贴上去之后两边一边贴一个，然后呢将前扣倾斜肚脐的方向，并且呢让文胸在45度角，然后呢从乳房的外侧向上贴，向上推，然后呢你给它扣上之后再轻轻的一挤，把前扣给它扣上，然后轻轻的按压，把里面的一些的气泡给它按出去，确保里面的空气排出来。并且你用完了之后呢，因为我们是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小贴纸，对，用完之后给它贴上。如果说你这个掉了没有关系，用家里的保鲜膜保鲜袋可以给它贴上就可以了。如果上面沾了很多脏东西，你就用家里那个粘毛器，你就给它粘下来。你可以去看有 A 码、B 码、C 码、D 码和 E 码，好吗？从70A到75E。对，我估计能满足大家的需求，对吧？为了让大家下单方便，我们把 A、B、C、D 都放在一起了。所以你是 A， 你就拍 A 那个区域，然后你要厚款、薄款，大家可以选一下。我们全部都是正码正拍，拿回家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给你送孕孕险。并且你想一下，马上经久饮食了，是否接下来你要出去玩，去迪士尼拍一些好看的公主照，或者呢，哎 ，Let it go， 或者要跟姐姐一样，平时很性感，穿一些这种抹胸啊、小吊带啊，我觉得每个女生夏天要用，不要等到你真的说今天要出去穿抹胸，完了那个袋子露出来很尴尬的时候。或者现在我们要去玩嘛，晚上我们要坐飞机了，12个小时、15小时，我不想穿那个内衣啊，你可以这样子脖子多舒服啊，所以呢，就是很方便，好吗？对，就是59块9。薄的还有69块9厚的哈，对，而且不是一对，是两对，而且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两对啊，就是现在非常流行，夏天非常流行一个东西叫什么辣妹妆，哎，是不是很多人穿辣妹妆？就那种辣妹妆就会显得你的胸特别的大，而且整个人的感觉很少女，就不管说，哦，那给大家再加一波吧。不好意思，我一直就从小都穿辣妹妆，对吧？对吧？就不管说你，来，咱们要加一波，来3、2，开玩笑，来，咱们加一波。因为我特别喜欢，因为很方便，因为有时候我在家呀，我不想穿内衣，但是有时候有司机呀，有客人来，还是有我姐夫的朋友来呀，都是男士呢，要点不太方便，就马上就起来，对，下期嗨，你好，方便，这个就是15秒到30秒就能搞定，不用调节这些东西，是的，你胸可能，而且今天很合算啊，对，是两段啊，你说你想买那个薄的是59，那个厚的是69块9，而且你贴的时候呢，你可以蹦迪啊，你可以跳舞啊，出汗都不会掉，因为我以前跳过。翻起来，薄款一个合下来20块钱，厚款一个合下来30多，而且是有售后，大品牌啊，大家放心去买。这个袋子是送给大家的，出去旅游游泳的时候你带着这个也很方便。是的，嗯，来，谢谢雅雅姐，谢谢哈，没有啦，谢谢大家，好，谢谢啊。需要的宝贝赶紧去拍。好了，谢谢谢谢美土啊，美土，谢谢好姐。OK， 宝贝们呢，我跟你讲哈，因为雅雅姐已经两周没有播了，换季节是不是到了？是不是？咱们的皮肤是不是很多情绪嘛？各种的情绪是不是？那今晚别离开，我可以满足你所有的皮肤的情绪，因为这个面膜太炸了。来，欢迎兰婷。Hello， 好姐，我又来了，好姐，好姐，上市公司30年的兰婷，今天终于来到姐的直播间了。来，宝们，今天在锦的直播间，我不选其他的品牌方，我就选我们自己。直播间现在有5000位粉丝们，宝宝们，对不对？姐姐，这样子，我先给大家人手啊，一会儿给大家开放的面膜，先给大家去选择一盒进行试用，不满意剩下的直接一个字给我退，行不行？而且它是29年的历史，好吗？没错，它上市公司，所以你安心使用，好吗？来给大家看一下，宝曼，这是我们兰婷上市公司的一个企业，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家都知道，对于女孩子来说，什么比较女孩子的天敌是什么？一就是一个什么抵抗岁月的痕迹，岁月的痕迹在脸上无情的刮蹭。其次是什么呢？就是脸色暗暗沉沉，暗
暗黄黄，对不对？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什么？告别岁月痕迹，告别三个字是什么？黄脸婆的熬夜小黑魔。熬夜，熬夜必备，因为家里面有波斯音，还有烟酰胺。有波斯音和烟酰胺。对，波斯音大家都懂好吗？这个是通关好吗？雅雅姐就因为工作也熬夜，第二天起来暗沉。鹌鹑按黄了的，这个是一盒够不够？啊、肯定不够呀！哇，我就喜欢那个架子。我先给你来一点见面礼好不好？来，一盒不够，我们两盒十片，三盒十五片，三盒够不够？不够。来四盒了，这四盒了，我的天哪！来，直接再来一盒，25片啦，相当于小一个月的量了。我们的熬夜小黑魔今天里面富含了波斯因以及烟酰胺的，今天福利还不够炸，来继续。还有。那个黄色的盒啊，在里面呢可以让你的肌肤 QQ 弹弹的 QQ 弹弹，打到奶油肌的感觉。对，日常价格这一盒是要卖到99米的，今天宝贝们给你们来一盒，够不够？当然不够。来再来一盒，两盒了，来再来一盒，三盒了，来再来一盒，四盒了，来五盒，爆款，六盒，面膜自由，七盒，炸不炸？炸。来宝们，里面是富含了我们山羊奶的提取物，今天在直播间这七盒日常价格要 价到693，今天直播间直接给了十一盒了，宝宝们啊，十一盒了。那姐姐辛苦你帮我拿一下，辛苦你帮我拿一下。我觉得我想要，因为我已经都50家了，对不对？没错、我想要一些是可以抗什么，你懂啊。来姐姐，我知道你的意思。 来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词叫做很好，富勒烯，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对不对？对，富勒烯被称为什么？叫做护肤界里面的软黄金，干燥。对对，今天我直接日常价格99.9块一盒的，我直接给大家安排一盒。我想问大家一下，再安排放在地上100块钱，在地上的时候你捡不捡？捡。要不要捡？今天我不让你捡100，来，我让你捡700，来，两盒，三盒，四盒，五盒，六盒。七盒够不够炸？我的天哪，现在有几盒了？现在已经19盒了，姐姐。19盒，来，姐姐。还要吗？还要不要？还够不够？还想不想继续炸？继续。来，宝贝们。好好姐，好力好物给大家来。什么叫做持证上岗的面膜？相信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熊果苷，对不对？它在我们的面膜里面起了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来，宝贝们，我给大家看一下。斑斑点点啊，我看有些词我就不过多的给大家去说了，但是大家都可以清晰可见的看到。哇的天哪！其次，今天在我没有熟了，没有熟了，是不是？我没有熟，没有位置了。来。日常价格一盒卖到139.9块的，今天一盒安排给大家，两盒给的没，三盒够不够？姐姐不够，来不够，永远都不够，来四盒，来再喝一个吧，这个单五盒，就五盒，听你们的，五盒，来所有的人看好了，什么叫做正儿八经的持证上岗面膜？面膜只有宝贝们，今天已经就24盒了，夏天马上就要到了，亲爱的们，看一下。如果说脸上有星星点点的导播老师辛苦切一下进去，来，脸上有星星点点的请把这两个字给我放心大胆的说出来，我们这款面膜可以帮您去办。杨燕姐要带你变美是不是啊？来，还准备 boss 有给大家补偿吗？今天有24盒，24盒了，相当于今天多少钱？现在是多少？平均一盒啊、我今天直播间到手价格是24盒120片，对不对？日常价格今天我一盒卖到10.8块不过分吧？我一片面膜合到2.1块不过分吗，姐姐？不过分。259.9块带走24盒面膜，足足120片，让整个夏天所有女生的面膜自由，兰亭帮你们实现了。嗨，是这样子好吗？因为刚才我说了，有好好姐已经2周没有播，所以我回来特别想大家，所以我特别想给大家一些补偿，所以大家我觉得可以当破价嘛，我觉得再破一点点，好吧？好不好？再破一点，这样子，对，那24盒，你说的破一点点，你说的啊，姐姐，这样子，我刚刚说是259.9到手24盒，是不是？还有一盒的正，就是大家随意啊，这24盒里面你们随意打开一盒去拿最贵的，对，不满意没关系，剩下的给我们一个字，我们给大家安排了运险险了。那这样子，姐姐，199.9，好不好？199.9，我让大家一开头的价格买到24盒面膜，120片的量，而且还有一盒的试用，120片，对，199.9，真的很划算了，199.9，真的很划算了，姐姐，划算。这是蓝鲸，我是好好姐，我是重力豪
礼物的礼，好的好好姐，再破吧，再破价吧，这样子姐姐。宝贝们，如果说直播间有50位宝宝 Q 了小一的，想去实现念头自由的，这样子我再减10块，189块钱。来，刚才不我答意好吗？宝贝们，扣一吧，扣一来，来一个。我看到丁宝贝 Q 了小一，韩狼 Q 了小一，姐姐 Q 了小一，好多人都 Q 了小一。这个是我的波波间，来，我说的算，来听我好啊，我就想要一盒，平均是6.6。6块6一盒，等会儿姐姐，我想六块六一盒，六块，你说120片，对，那你是一片，一片我想要1.3块一片，等会儿姐姐，我想要这样子，你可以早晚敷面膜，你不会心疼。姐姐，你确定是6块6一盒？我想要，对，那是多少钱？那不是159？一片是1.3块，一盒是6块6，来，倒计时，159.9，一百单，支持，3、2、1，上链接，面膜自由，让大家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好吗？因为爱姐爱你们，我是好好姐，钢琴举牌，好吗？我跟你这个是29年的历史，蓝鼎是上市公司，好吗？来。宝贝们，224盒，到手120片，没有了，很正常。姐，你可以拿一盒回家。你太累了，你太累了，我不加了。我不累，我不累，我不累，再加。再加一波，再加一波。姐姐这样子，大家可以拿一盒带回家，适合食用，不满意可以退，好吗？姐姐你拿最贵，最贵是那个粉红色那个。这个是那带有咱们祛斑特征的补水宝石，好吗？祛斑特征的，可以帮助你很好的补水宝石，还有个锁水的啊，宝宝们。好好姐，帮你答。打倒地半价，好吗？来，再加一波，来三，姐姐，那就再加100单。三秒 ，OK， 三秒，159.9，总共有120遍，24盒，上头有一盒是6块6，来上链接，3、2、1，支持姐姐，来，所有宝宝。我今天在姐的直播间，我再郑重的承诺一点，来，所有宝宝看过来了，48小时之内给大家现货去发，支持7.50，任意打开一盒正装去试用，不满意一个字退，退货啊，宝宝们是破损包赔，并且给大家加增了我们的运险险，回去之后绵绵也给你们包退。刚进来的宝宝们，我跟你讲好吗？如果你买的那个是红色的盒子，它里面那些补色因啊、养生啊，特别适合熬夜的宝宝们，好吗？黄色的它有 QQ 弹的，有。肤色很暗沉，很慌慌，有需要弹性的可以买，可以试一下嘛。然后那个蓝色有肤的系啊，肤的系啊，皮肤啦、啊，肌肤的状态不好了，有干燥啊，有情绪啊。来，导播老师，辛苦给你清讲，什么叫做真正的肤乐烯？宝贝们，我们的面膜里面给大家添加的是什么？是美美界里的什么什么的之 K 在里面。所以说，今天在直播间，毛毛孔巨大，能可以给你老公试一下好吗？还有那个粉红色是最贵的，一盒是139。它可以盖上你的斑斑点。你看直播间所有人都在刷，说白菜价的上市公司的蓝婷面膜，让大家冲159.9，到足足120片，24盒。姐姐，我想问一下，我们冲一下，宝宝们，冲！你可以用4个月的时间，你整个夏天的面膜自由，兰亭帮你们实现了。是的，而且你可以早晚敷面膜，你不会心疼，因为一片只要1.3块。没错，干皮、油皮、混干混油，哪怕说您是敏敏肌的人群，都放心去冲。来，姐姐，我再给大家去介绍一下，你们今天到手这24盒都有什么？首先有我们5盒的很有名的熬夜的小黑膜5盒，以及我们的山羊奶打造奶。奶油肌的小奶膜7盒，以及我们富乐烯被称为水光肌的小嫩膜7盒，还有我们蓝婷持证上岗的净白锁水面膜5盒，它一到手24盒，120片，今天直播间159.9，相当于一片多少钱？1.3块钱啊，姐姐，你对一盒是6.6块啊，一盒啊，我跟你讲了159.9了，而且它那个保质期，保质期是3年哦，保质期整整3年，你可以囤起来哈，宝宝们，我还有个小 tips， 你可以放在冰箱，就是放那个冷冻。冷沉，还有吗？来，这样子，姐姐，这样子，我们再给大家3秒钟时间，没有付款的宝贝真的就踢了。这一波只是蓝婷过来支持姐姐的，就是福利品，好不好？太多了吧！来，我们倒计时，再给大家3秒钟。来，倒计时，3、2、1，上链接。来，我谢谢。面膜自由，面膜自由太好了，上市公司了，29年的历史，太多了，宝贝们，今天真的不买什么都可以，这款面膜真的是太空调，早上起来皮肤很糟糕，我跟你讲啊，雅姐说了，带点去变美啊，
一起变美变更健康。谢谢谢谢姐姐。来，苗苗宝贝们呢特别喜欢，就是跟雅爱姐一样特别喜欢喝茶呀，因为有很多东西不能说的，喝茶唱歌会让你大家都懂了是吗？没错。来，欢迎欢迎深沉，欢迎深沉广式红茶来了。 Hello， 你好你好，好开心啊，好几行啊，想要喝茶。我们即刻上茶，即刻上茶。是啊，麻烦你。OK， 来，太好了，你的茶为什么那么厉害呀、啊？那么好喝呢呀？我为大家带来我们深藏家的红茶。来啊，而且它的包装很好，很好看，那个是红茶的。好，辛苦，来。哎呀，谢谢。一杯茶，润一下。哦。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家，深藏，然后来自中国红茶核心产区广东英德的一个红茶。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每包茶里面，而且一包你可以泡了十次，而且它有这个味道，对，对对，这是我们特有的一个加工工艺，它非常非常的耐泡，而且每包茶里面都是条索非常分明的原科茶，原科茶，对，然后我们选用是每年首轮的春茶精制而成，特别适合是我们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然后居家或者办公，都来一杯这样暖心呵护的红茶。就是喝茶，马上你的时间就慢下来了。对对对对对，我们这个是红包红茶，还有这是那个玉米纤维，玉米纤维纯天然的一个茶包，里面包的是。所以你泡的时候它变那么大，可以给我个特写吗？谢谢哈、你看它干的时候是那么小，然后你泡起来它变得那个花那个叶子变得很大。是原科的红茶，所以它的味道又浓，但是没有那么苦。对对对，太好喝了。那今天呢，一盒是多少钱啊？外面？我们正常售价是169。169有几盒？169有15包是吗？啊，对。169一盒，在里面是单独包装15包。那今天呢？我们好事成双。好事成双，对，30包了哈。30包了，是不是？对对对对，没错。然后呢，我想要，因为夏天有些什么女生比较喜欢果茶，有没有果茶？有的有的，没问题。可以帮我安排一下。因为我很喜欢喝那个米桃，我最喜欢喝那个米桃，非常清爽口感的一个果茶。对，这个是安排给我们的宝宝们是吗？对，没错。这个每一盒有七包，好吗？已经都21包了。21包了。21包相当于是这个是15包一个，这个已经都安排给大家，是不是？这个是什么味道？这个是蜜桃，蜜桃不同。哎，对，我们口味呢非常多种，都会宝宝们拍下。你说一下那个口味，因为我看不懂楚。OK， 这个是红枣桂圆，然后这个是雪梨桂花啊，这个是蜜桃乌龙。前面我喜欢前面，哦、你别玩。哦、okay, 我喜欢你放在前面，你放在后面不好看，不好意思，好吧？好的。OK， 那今天呢，你说。已经是30包，还有21包，我们总共有66包。对对对，那今天好货不过百，好货不过百，好不好？来，记好了，我要99米，好不好？哎，我们那就五福临门了。啊哇！好，再来安排。这里面有3包，是不是？对，这一个是我们的精品装，每一盒里面还有3包。旅行装3包。对。4包。5包，就是30包了。我的天哪，30包和30包是21包的果茶。我说了，好货不过百，只要99米。准备好了吗？上链接，上。二一三，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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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宝宝们，一号链接深藏的广式红茶日常价格，这十件套加起来695，今天99直接带走，相当于一包是1.5元。一块五毛，咱们有这个15包，15×30，这个是安排给大家五盒，在里面有3盒也是30包，正装还有3个不同的口味的果茶21包，对，哇，总共是66包，没错，宝宝们。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下，果茶的话是给大家去口味是随机发的，是吧？对，没错，口味是随机发的，每一款真的口味都绝绝子了啊！水，这个水吗？是热水吗？对对对对对。
谢谢，因为太好喝啊。没错，宝宝，这个季节是喝茶的季节，买一点自己喝，买一点回去孝顺自己的父母，都是完完全全没有问题的。每一款都是礼盒包装，很好看。是的，也很多宝宝们不太喜欢喝咖啡，因为有那个咖啡有点太浓了。哎，是的，考虑喝茶，也是一样的，你会。你会哎呀，很多东西不和你说啊，你懂？你没喝咖啡，对吧？早上起来不是脸还肿肿什么？有些人喝咖啡边，对吧？对，这个也可以。其实说白了，为什么说从中国从古至今都是有着这种茶文化的？因为茶不仅是作为一款我们的饮品，它同时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对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呀，包括哪些位置都会起到一些小小的帮助。哎，对对对对，所以说大家有喜欢喝茶的，99元，今天抢到广式红茶，到手整整是十大件给到各位啊。对，这个是蜜桃，它那个味道。这是蜜桃乌龙茶。那给我看一下特写，你看那个蜜桃，哇哇，好像、啊、满满的花，感觉在里面，看了吗？在里面吗？而且你可以泡了十次，它的味道一直都很浓。对，很香。你像一般的茶叶泡到一泡、两泡、三泡左右就差不多了，但是这一款十泡左右都没问题。没有了吗？咱们再加吧，好不好？现在喜欢喝茶很多了，因为我喜欢喝茶，这很方便，你是单。独立包装99米66包哈，相当于一包是1.5块。来上链接啊，3、2、1上链接。哎哥，我有个问题，哥，就是有很多茶啊，我以为我平时喜欢喝茶，它里面一倒里面就那种碎渣特别多，但我看我们这款里面的话还是比较条条分明，条条对条条分明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啊。对对对，所以说宝宝们，大家有喜欢喝茶的，尤其在夏天的季节，天气炎热了，推荐大家喝些茶。对，而且咱们的气质很好，那么一般外面的日常价的是169一盒，是的，一盒是15包，今天是15包，一盒加一盒再加一盒30包，还有果茶，果茶三个口味，总共是21包，加上我们有5包安排给大家，每一包每一盒有3单独暴力装了，总共有30包 ，OK， everything 是66包，好吗？99米。哦，对的，宝宝，在我们的一号链接，大家有喜欢的抓紧手速啦！而且这个机制，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说一下，只有姐姐的这边才会有。只有好好姐姐的机制。为什么？因为这个哥哥很喜欢姐姐，一直都是姐姐的粉丝。他俩昨天拿广东话对话，我也听不懂。对，因为我哋开旅行咧比较方便嘛，因为单独包装嘛。系冇错。好犀利啊，是不是、啊？送礼自用。非常适合，哎，地地道道的，人家做广式红茶的人啊，宝贝们，所以说不会有那种杂七杂八的东西，对不对？对，没错、哎。我要在家嘛，因为我要播一整天。对，很喜欢喝，因为我喝开我边要去洗手间。没错，宝贝，我跟大家说一下，平时工作累呀、乏呀、困了，哎，来一包，管事儿，这个东西真管事儿。这个是我第3杯了、你喝10杯，泡了10次。果然那个味道还是存在，是不是？对对 对, 对, 对。还有最后的15单了啊，宝宝们，在我们的一号链接，大家有喜欢的话赶紧去拍。姐姐粤语很好听，是不是？姐姐好敬业，没错。真的吗？啊、好，我的广东话好好啊，好好听啊，好犀利啊。多谢，好，谢谢，多谢晒，多谢晒哈。广式红茶，谢谢。邓晨，我哋而家休息下，我哋休息5分钟好吗 ？OK， 我哋在这边休息5分钟哈，谢谢啊。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孙长，谢谢，谢谢大家。姐妹们，我放在那个小红车，如果你想要的话，也可以去排好吗？我先休息5分钟。然后我们先休息5分钟，马上就回来。一会儿回来喽，好好，不见不散。啊，不见不散，拜拜。